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谢曼达。妙相遍土，佛身之德地，虚
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持此菩提，我归于我已所修闻法诸智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持此菩提，我归于我已所修闻法诸智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持此菩提，我归于我已所修闻法诸智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好，那我们继续研讨《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上次研讨到86页，好，那么对于要修行佛法呢，一定要以最终的目标来努力。那最终目标以世间法来说，就是现世安乐，有权有势有名有利，对，生活无欲，那一生过着快乐无忧的这种日子，这是世间的共同想象嘛，有车，就从外向来看，有车有房，有乖的儿女，有漂亮娴熟的妻子，对不对？有钱到处让你呢挥霍，享用，这是世间做共同追求的。但是呢，我们家学佛追求的不是限于这个，但是说要不要现世安乐？要，没有现世安乐怎么有时间可以学佛？所以现世安乐是附带的，最重要是嘛，得到解脱跟成佛。所以为解脱跟成佛的目标呢，我们积聚的方向就不一样哦。可能做一样的事，比如说我去对别人关怀，比如说有人生病关怀，那关怀呢，我们都是目的让他呢能够身心快乐啦，不要为这个病担忧。但是我们是不是限于这样？不是，我们现在去关怀他，造这个业，能够他呢种下一点成佛的因，有时候可以多关怀什么，多皈依祈求啊，多祈求观音菩萨啊，那你为什么要祈求他？因为你很苦，众生也很苦，所以你要赶快祈求观音菩萨加持你，让你远离所有的苦难，就是成佛。那你有才能力透过你这种经验，怎样离苦得乐经验来带给别人离苦得乐的那个我们讲果报。所以呢，不是从自己的离苦得乐，一定要从自他一起想。那我们去帮助别人也是一样，我要让别人离开痛苦得到快乐，虽然说我们现在能力不够，但目标是什么？让他就近的离苦得乐。那照这个善业也是可以发愿或是回向，让我们得到就近的离苦得乐。这样的目标已经确立了，同样去慰问病者，同样去煮个饭，同样呢去为你的先生、为你的太太、儿女烧个饭、端个茶水，质量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咯。那差别在哪呢？动个念头而已，就动前面动个念头而已。为什么我要做？不刮，我们画国叫不刮。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把它想清楚，我是为了就近的安乐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外向行为都一样，只是你的动机理念不一样，造的业就不一样。所以佛法殊不殊胜？差一个概念而已啊。那么通过这样的集聚资粮，就你可以把现世的安乐也有了，因为透过我们福报嘛，福报，所以福报回向不是没有了，它会更加宽广。所以你回向成佛解脱的福报，同时也可以带给嘛我们现世安乐的福报。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佛，没有现世安乐怎么让你成佛？你下一餐就没着落了，怎么让你修学佛法？对，下山就要赶3:30了，你还心又有心情嘛？那跟同行好友什么叫广论什么叫道次第，哪有时间？
所以既然你目标是阿弥陀佛，他前面的顺缘就把我们铺排得好好的，懂哦？所以以后回向懂哦，要回向现世呢，只是现世呢，还是要回向就近？对，在就近先回向完，如果现世目前遇到的困难再回向。所以我们有总回向跟什么别回向，先总的回向把它回向好了，别回向你需要什么？例如说啊，需要呢儿女乖啦，啊需要儿女的家庭啊婚姻顺利啦，需要呢那个我们孙子啊考试能够考好啊，考上好大学都可以。所以佛法不是排斥现世的啊、哦，这个观点要认识，佛法不是排斥现世，而是以目标是以就近为主，但现世也要顾。所以有人学佛就现世不要顾了。哦，家也不要了，好像家这个是累赘，都是染污嘛。因为人说嘛，家就是一个猪上面盖一个宝盖嘛，对不对？有这样猜字有没有？都是一群猪住在一起才变成家嘛，是不是？那我们就是猪喽，这样形容词，我们就是一群猪。那群猪干嘛要这样学佛啊？那边畜生道了，不是？因为为什么呢？那是古人的苦字。但是我们不要把我当牛就猪，当然说我做货当然变成猪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是说其他是可以让我积聚福报，可以造善业一个很好的环境，怎么去用心去转化而已。你说我们在苦中容易成长呢，还在快乐中容易成长？对，那家苦不苦？苦嘛，对，你们生活来了吧，从开始结婚啊、哦，从蜜月期到什么到什么，哎哈，哎风凉起噻，从很甜蜜的感觉慢慢变淡了，对不对？本来是那个什么大餐啊，吃大餐的那个很浓的味道，慢慢就变淡了哈，青菜萝卜了哈，豆腐了这一类慢慢变淡啊，变什么？哎呦，生儿育女没有管他了，没办法有人力管他了啊，男众都会管事业嘛，女众就是全心全力顾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夫妻的感情是好像交流比以前没有生孩子交流很少，夫妻那个浓度就变淡了嘛，对不对？啊，变像冰啊，冰寒冰的冰哈、啊。你只要不做坏事，我不做坏事，两个晚上来讲几句话，吃饭啦、啊，哈，睡觉了，就这样子而已了。这边有责任跟义务了嘛，好、哦，那个情本来就会嘛，常常会灭的。所以你要保持那个永远甜蜜，那个浓浓的蜜，那个不可能的、啊，这是本来是无常的。但是呢，透过这样的对境，能够去转心转念，能够让你干嘛？也要修什么？把它当成一个成佛，未来想成会成佛的众生，去利益他，去供养他。对，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啊，因为他如果说男众来，女众来讲，他因为赚钱啊，帮我顾虑到生活啊。啊，女那个男众，他因为持家，好让我呢后无后顾之忧啊，我在前面闯啊，两个互相帮助。但是对这个境，你把它想成它是个恩田，它是未来会成佛的一个众生，所以用供养的心去对待它。所以冰不是那个冰的了，是个攀冰的冰的了，而是真的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尊重，好，还有一种庄严的感觉。一个人做一件事跟两人做一件事，哪一种比较能够承办？两个人一起做。所以在互相共同之间培养自己的善业，也让它种下一个佛成佛的种子，多好啊，多好。所以这样就不是猪的家了，对不对？是成佛的家，我们就菩提眷属的家了。所以给我们怎么去努力，怎么去耕耘啊，不是那个文字的问题啊，我们就把它拆字啊。因为家就是一群猪住在一起，所以家不用管没关系，到三宝这个这个福田门这个啊，清净的来做义工，家不用管，这样对不对啊？啊，就讲多次了，所以要去理解它怎么用这个家这个对境去修行，去行善业，然后积聚你的成佛的质量，那造成利他这种等流。没有一个人带你去练习，你怎么会有培养长养成什么大悲心菩提心的等流？能不能？没有啊。所以一个人要练习啊。你看那个以前那个练武侠小说嘛，武功怎么样？如果像那个咏春拳，就是要用个木头人，更更更，对不对？要有个练习的劲啊。那如果射箭，是不是要一个靶？草人也好啦，或靶呀，是不是带你去射，对不对？啊，如果说练武，为了那个练武功，是不是有个人跟你切磋，找一个人跟你切磋比试，对不对？让你的武艺能够进步。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能愿意当靶让你射，嘿嘿嘿，不是让你射，让你积聚福德资粮，多好啊！
不是啊，就是让你练习啦，练习怎么样利益众生。现在是我是比个喻啦，现在不是要把它设，而是让你练习怎么利益众生，好，把这个习气养成，多好啊！有人跟你特意当实验品，让你去练，你哪里找？像我就没有地方找了，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帮我让我练了，找不到。啊啊，我们是讲课而已啊，那个讲课相敬如宾，真的如宾，没有什么吵架的机会啊，对不对？在吵架中才会练习的会吵架嘛，更嘛更进步更快。因为反正我们都要礼敬三宝，那我们也不能说对你生气啊。哎、欸，对啊，生气可以啦，大家有理由的生气啦。哦，有理由。哎、欸，我不是说不能生气，要有理由。你为什么生气，合不合理啦？啊，如果我讲错了，法师你这样讲错了，讲不对啊。好、哦，对对对，你讲有道理，我会臣服的，因为你有理由啊。但是这个态度应该也是要很恭敬，不是吗？哎，应该是的，因为最少不要造恶业嘛。对。好、哦，避免自己造恶业嘛。你说法师这边不对哦，好像哪边讲比较对啊？好像啊、哦，对对对。啊，你自己不要造恶业嘿。你反对了，应该的，因为讲的不如理，应该反对。但是要提出有理由。哦，你如果没理由来反对我，那你自己站不住脚啊！你反对我，那为什么反对？这个很奇怪哈、哦。所以要找到为什么这样反对你，理由是什么？因为要给法师一个敬啊！啊啊，不是给我敬，在我的意，我的动机，啊啊啊，那动机给敬，那随喜你对。哦，那这样可以吗？可以啊！但是不要造成别人影响哦。私底下跟我没关系，因为你这样敬人家，怎么班长怎么可以这样？人家误会你啊！哦，不要造成别人对你误会了。嘿，所以要不是要考虑自己，而要考虑很多人啊。嘿，所以私底下可以，法师你怎么这样？不对。哎，好好，那你怎么说？应该怎么？哎，哦，对对对，我按照你的理去。应该不会这样，那这样子就变成我是法师了、啊。没关系，依法为师啊，不一定人啊。哦、对，依法为师哦，人不重要哦，法师是个形象而已哦。是出家剃个头穿个这种衣服形象而已，以法为师才是重点的、啊。所以在法上讨论有些激辩有些情绪没关系，是没有关系的。欸、我很接受这个，因为我们辩经辩习惯了嘛。不管你是格西或什么，格西也一样啊，辩经你输了就是输了啊。不会说你格西就要什么就要礼让三分啊，没有、啊、以法为师啊。欸、法师我刚才就是刚才听法师讲我有些问题齁、哦。是。就是说刚才法师有说那个回向的问题啦。那我在想说，因为我们有常常在想说，回向是把它放在银行里面，但我在想一个问题说，第一个就是说，诶，我们回向是这个回向的力量来影响我们，还是说其实我们是分别心安立，然后自己在影响自己？因为我在想说，佛陀那个时代，佛陀他们那些大罗，他们有在做回向吗？有，他们吃完饭就住院。哦，他们也是有，就对。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不是以回向的力量来影响我们，还是说我们自己的心力来影响我们？回向只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催眠，对对对，自我的那种分别心安理，我想要了解一下。都有，一个是说我们心发出去之后呢，我们的念力啊，念力我们叫以量子力学，就是一种能量。所以你看那个生命的水，哎，生命的答案谁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你的善心善念会改变外境的，就是说你的善心善念出去，那个水接受这个能量的磁场，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的结晶。啊，如果是恶心恶念出去，这个水会受你影响，变成不好的结晶。所以我们家心念出去，外界会受我们影响。例如说，就是说你心情不好，对，坐在家里，然后你儿女回来或者先生回来，会觉得怪怪的，这个人看起来像不好，所以他会跟着你嘛，心情不好。他本来很高兴的哦，他告诉你像儿子啊，考试100分，回来要告诉妈妈，妈妈我考得很好，刚才看到你呢，心情不好，他就不敢说了。他本来很高兴的心情就一下被压下来，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你念力已经在这个磁场当下，他会受周遭的人事物都会受影响。所以真正的改运怎么改运？有看过那人怎么说？想保持一种慈悲心、快乐的心，这才叫真正的改运啊。不是嘛？啊，我这个东方放的那个水箱不对，要放西方，好、哦、放财位，好、哦、啊，那个电灯啊这样调不对，会影响我那个什么磁场的变化，啊、那个啊财运进不来，所以要改变方向，那个都其次啊。真的，我们最力量的是什么？心念力，永远保持快乐当中，这个都不重要。物质的那个力量的磁场，比我们心力的弱得多。
路很多，只要你的心念力发着电波，哦，像手机有电磁波，对不对？电磁波伤害我们很小啦，我们的心念力伤害人最大啦。啊，我们看过，有多一个人啊、哦，看着你们瞪一眼，哎呦，好像被刺到嘛，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手机来一来是电磁波，电磁波就来了，就它人体会消化就走了。可是那个念力会伤害到你的心，直接伤害到你的心，进入了心坎里面。啊，如果那个人对你很好，啊，那去服务上去柜台啊，或做买什么单，啊，各位小姐你好，我有什么可以帮你服务呢？如果你感觉他很温馨、很快乐、很虔诚的心，你是感觉很温馨，好，这个真的好好哦。听他讲话，听他这种态度，好温暖哦，有没有？所以直接是到我们的心，你的念力直接到每个人心，那电磁波只到我们身体而已啊。按说直接到我们心的力量比较大，还是直接到我们身体的力量比较大？心啊，那心从哪来的？念力，人跟人之间的念力，那种磁场，懂吗？所以我们出去每一个善念回向的时候，其实都会改变周遭的磁场。虽然目前看不到，但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周遭就因为你的不同磁场会改变。那一方面呢，自己串习照做等流，一直串习，也把这个好的等流习气能够坚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每次串习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样越强的时候呢，透过缘，就是说我们看那个学佛法就靠的嘛，闻思修三会，了解哦，原来是应该这样做，没错，更肯定你的照做等流。这样子串习串习，就变成坚固的种子习气，靠着坚固的种子习气慢慢发芽成果，就是在地道上慢慢的快速进步。所以自他都有好处的。那这个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应该是算世间佛，世间佛我们是凡的嘛。那圣人他应该就不需要这些，更需要。不是我的意思说，他不会受你影响，你对我好，你对我不好，他会转化，他会转化。例如说我是菩，哎，不不不，你说你是菩萨，对不对？啊，你现在为了要刺激我嘛，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好，对不对？对不对？啊，我就。你怎么可以对人说我是法师呢？你是学生呢？怎么可以对人说？你会不会受影响？啊，这个人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度，我想改变这种方法，有影响，但是说他不会起烦恼的影响，只有两种，都是有影响。但圣者来说，他不会起偏激烦恼的影响，但是会想啊，这样不对，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跟他说比较好？他会传，你学习到善巧方便呐。所以你讲影响很多种影响，如果升起圣者来说，他不会升起偏激我执跟偏激烦恼影响，但是有没有影响？都有影响，只要一个话出去，一个念头出去，都有作用，都有影响。啊，对谁影响大，影响小，但每个因缘不一样。啊，因缘深的影响就大，因缘浅的影响就小。这样可以吗？所以法师不太受影响哦。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所以你会转换嘛，不太会。对啊，感恩对方啊，一个是说这样对我消我的业嘛，如果我本身没有错啊，如果真的有错我去想，对啊，他这样指责我，我哪天错了啊，如果真的错就要改嘛，啊，如果对的没关系啊，那我这样是对的，我真的是为了别人，为了利益众生来做，别人指责我，我是对的，我要坚持。但是他这样以他的会造恶业的果报来让我消业，应该感恩他。如果一个人说我这样做的话会让我以后受那个苦果的果报，可是呢我可以帮助到别人，你要不要做？如果说你的亲人要不要做？比如说我们捐肾嘛，哈，亲人有些肾脏问题，他肾不行了，如果你两颗肾都好好的，你愿不愿意捐？愿不愿意捐？愿意啊，能够让维持生命啊，让他有好处啊，但是我只是肾少一颗没关系啊，就是死了也没关系啊，我们用牺牲小完成大好经，所以他对方用那个牺牲小我完成别人的快乐的精神来骂我，多伟大！想想多伟大！你不要从那个当下他的烦恼执着，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呈现的果报是什么？他这样升起烦恼来这个讲别人，他变成造恶业嘛？造恶业他受苦果啊。可是问题我没有错，他消恶业啊，多好啊！能将这种牺牲伟大的菩萨行来做。来对你，让你增长，你为什么要再骂他呢？为什么要抱怨他呢？为什么要嫌弃他呢？不需要啊，应该感恩啊。理论是这样说哦，但做起来很难哦。但慢慢去思维，这个要静下心思维的。你不思维，遇到个逆境，你情绪就起来了。怎么可以这样？我没有错，你怎么可以骂我？怎么的？你会想到我啦？我们一般都想到我啦。
我被伤害了，我不尊重了，那我想到我啊，想改变一个从理上去思维，这个境一定是伤害我的吗？已经让我那个自尊没办法，没有自尊，那颜面不存吗？颜面算什么啦？颜面一斤多少钱？啊，面子一斤多少钱？有没有买过？我们不是那个面子哈，不是那个抽出来的面子啊，你的秉柱啊，秉柱一斤多少钱？没有价钱的啊，没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你为什么珍惜它？我们都是珍惜我这个面子啊，自尊好像很重要很重要，可是拿出来吗？自尊在哪里？你的面子在哪里？拿出来吗？啊，拿出来再看嘛。我多少钱跟你买？你算得来？啊，一斤一万块，一两一万块，一克一万块，你拿出来我就买。问题拿不出来啊。可是我们对为无形那个感觉啊，那个 feel 啊，被影响了，不是用理智去思考。我们学佛就要把这个从 feel 的感觉变成理智的思考，这才是进步。哦，不然都停在 feel 里面，那动物也有 feel 啊，植物也有 feel 啊，你对它讲好话，它长得比较好；，你要讲不好话，不好。可是它不是 feel 啦，它是被念力影响。动物也有 feel 啊，狗狗来来来来来，哦，它就看到你就摇尾巴了。啊，每次哪个东西给它吃，它看到你就呼呼呼，就想亲近你啊，对不对？啊，你每次打它不乖不乖，它看到你就跑，来来来，不要，你越叫它越退，是不这样？为什么？你用不好的心念对待它。哎，众生离苦得乐心啊！哦，哼，请说，麦克风。法师请教一下，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后没有做回向，那就是等于没有它的效用吗？应该没有。回向有两几种，回向是把回向更宽广的，或是更就近的这个样。如果你没有回向，变成说你造的业就是自己受。纯粹的是世间人，你造多少的业就受多少的果。我就是完全是自己来受他，那影响不到别人这样子。不是啊，没有利益到别人，不是影响，没有影响到别人，没有利益到别人。哦，因为回向是要让帮助更多的人嘛，变成你自己得到果。可是你做的事情也是当场做的很多的事情，也许大家也都受益到了嘛。啊，受益到，对啊。可是问题，这个受益到他有没有回馈的心啊？是当下回受益到没错，我想回向，不是讲做哦，这两个分开哦。做是做利益的人，我讲回向这件事哦。回向，如果你没有向做，当然是当下利益别人嘛。那利益别人的果报什么？你就嘛被人家利益嘛，懂哦？就是你利益你家里的人，那你因为帮助家人，所以最后嘛家人嘛回报你嘛，就这样果报嘛。可是如果回向的话，不是单纯这样的果报，可以更深广，让你能够这个资粮能够成佛解脱，那让这个资粮呢能够回向更未来的时间。不是只享受现世的安乐，后世就近也透过这个果报的个回向，能够让你铺路，慢慢的呢走得更顺。所以有回向没有回向差很多的。哦，这样子，谢谢师父。所以人讲说银行就是银行，哦，那有人比喻是说一滴水啦，一滴水，你同样是几句福报是一滴水，你滴在一个大海里面，是大海里都有你这些水的成分，可能不多。但是都有你这滴水的成分，所以慢慢的一滴滴滴，你的心就变成大海一样，滴久了就变大一样，那就可以往解脱，往近未来际，好，那往嘛从周遭的亲朋好友在扩展，有认识不认识的都会被你影响，都被影响。所以我们这个变得一个高位。如果说啊，如果说说真的，菩萨他们发愿什么呢？初地菩萨他当发愿什么？在娑婆世界当什么转轮圣王？为什么？为什么菩萨要当转轮圣王？有没有想过啊？一个影响更多人啊，利益更多人啊，不然他自己好好修就好了，为什么要当转轮圣王？可以利益更多人啊。虽然他站在那个高位最高的这个山顶，那一个口号之下就影响多很多人。你看一颗那个，如果战争一颗核弹，对不对？核弹要经过总统的那个什么啊，亲自按呢，所以那个按不按造业就很差别很大。他为了利益众生不按，就是嘛对治他的杀，就不杀，不杀的功德很大，一按下去就杀，对齁？那个一念之间哦，按不按那个高位者，他的业恶业是善业，无穷的善业还是无穷的恶业，就这样一念之间。
所以如果这个高位者不是出圣者菩萨来带的话，很危险，很危险，所以世界就很乱。好，对，所以以后当菩萨、出地菩萨，要不要发愿当转轮圣王？要不要？要的请举手。有的不敢。对啊，才利益众生啊，不然那世界都被那个都是魔来主导的话，你情何以堪？这些众生被伤害，你情何以堪？对不对？所以为了能够让所有众生得到利益，种下成佛种子，我要当转轮圣王，我要当国王。虽然日理万机，虽然很辛苦，哎呀，常被嘛诽谤啦，还有什么讽刺啊、伤害啊、谋杀嘛，蹦蹦蹦嘛，会谋杀嘛，不同意派别谋杀，没关系，我就为利众生造这个善业，缘起生，缘起灭。好，前行就讲这样啊，不讲太啰嗦，重点动机啦，一定要提测。好，每天做的事情，不过啊，为什么我要做？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想？为什么要这样想？曾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前提先凯定好，想清楚再想，想清楚再做，就不会容易出错了，就不会伤害到自己，也不会伤害到别人了。这个很重要哦，要理智哦，遇到一个境，不要情绪来，不行，为什么我要这样生气？心生气的点在哪里？去找。难道人家讲不好听的话，我为就生气吗？那讲的不好听，他的理到底对不对啊？虽然我感觉不好听，可是他理由对不对啊？他这样讲是正确，对我没有帮助啊。我一般讲忠言逆耳，对不对？为什么忠言逆耳？你不适合你听嘛，不适合听嘛。你本来想这样，人家产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你就不适合听，就逆耳嘛。你就把耳朵就关起来，对不对？啊，关起来有两种。我不想听，一个什么？哦，你就是反对我，该死！下次有阴谋就把你灭掉，对不对？皇那个皇帝都不是这样吗？奸臣不都这样吗？你看听人家有没有道理？因为大家的目标都是嘛，往成佛这条路嘛。啊，我说如果家庭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和家庭和谐嘛，快乐嘛，是不是有目标共同的一个交集？家庭就是为了让人家人啊快乐和谐的生活嘛。啊，学佛的同行上就是为了成佛嘛，对不对？所以既然目标有这个共同的，我们就共同往这个目标迈进，不要说因为小小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就闹什么情绪啊，闹排斥，多可惜啊。但是偶尔会出问题啊，你机器用久会不会故障啊？那个电力用久会不会锈抖？保险丝会不会断？都会啊。而且要把它修好就好了嘛，让这个机器能够运作，让我们追求快乐目标能两个人一起，或是整个家庭共同携手迈进，多好啊！啊，修好就好了嘛，不然会小问题在那边闹情绪，就把那个目标两个目标啊，通通毁掉了。就因为小问题，你们常常听过说那个挤牙膏有没有？男众比较粗心嘛，就挤前面嘛，哈，我就要能够挤得出来就好了嘛。啊，女众比较细心嘛，一定要后面滚嘛，这样比较挤得干净啊。啊，两个人闹意见，啊，男众很粗心的，我就赶上班，我哪管那么多？啊，就是明明这一下而已，为什么不做呢？就是一下子而已啊！好，女众会讲男众，他说：“哎呀，管不了的啦，那你做你自己做。”啊，这样一次、两次、三次，那好吧，你跟我生我不搭调，离婚吧？会不会这样？会哦，会哦，就一点小小挤牙膏的问题就闹离婚了。可是母女两个人刚开始。相爱的时候是为了共同组织一个美满快乐家庭，因为这小小牙膏的问题离婚了，多可惜啊，多可惜啊！一生能够找到对的人不容易啊，真的啊，能够你思相守在一起，对的人不容易啊。父母是一定继承的，这个没问题嘛，哈，这个没办法更改，没办法取代，没办法替换，但是这个可以替换的，要找到对的人，你说容不容易？跟你能够合心愿的，有共同目标的，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因为不容易我才这样一个人啊。对，如果容易的话早就要被拐走了啦。这是不容易啊。因为讲世俗的话出来了。这不容易，找个贴心的能够把你跟你心意结生合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啊。啊，至少你们有个共同的，你们已经抉择过嘛，对不对？至少有抉择过嘛，虽然说不是很满意，至少抉择过嘛。啊，这样是基础，共同的基础，抉择过基础，好好的去努力，好努力，因为来生会相续的。
来生一定会再碰在一起的。那什么用生碰在一起不知道，但一定会碰在一起的。好努力去改变彼此的关系，让他从一个世间法的关系变成出世间法，能够共同迈向成佛目标，多好啊，多好啊！如果我成为初地菩萨，我就变成你们在家人一样发愿啊，我真圣者，不会被升起烦恼，被烦恼执着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在家一样透过生活的这个家庭磨练，去增长自己那种善巧方便，增长自己那个对境的智慧。我是这样欢，如果登地以上了，那现在不行啊，现在是凡夫会被拐走的，所以不行。哦，你们好好发愿，真的可以的，慢慢做。好，啰里啰嗦，对不起，讲太多了哈，因为感觉这个需要一个嘛基本的，我们叫 common sense， 就是知识的。这个对生活怎么对劲的知识一定要建立起来，一般我都很少去想。好像生活就是这样嘛，很少去想。其实你想一想，真的是把该取该舍弄清楚了，对劲就不会因为我们的情绪呢，这个一下起来就造业，但是后来再后悔。人生就是这样了，情绪起来后悔，那后悔又说是我错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错，就是硬压的硬错了。可是呢，怎么去改善也都没有好好去想。下次来敬意来，又做哦，情绪来又对方争执又错了，每次都是这样，都是一再防护。那这样没有进步啊。好，怎么样佛法的理念去进步，改善我自己跟我周遭人的生活，还有能够趋向于离苦得乐的这种经验，这是我们可以哦，可以把握的哦。好，对不起，那我们现在讲86页。我们讲那个侠门医师侠门跟念死无常，最重要是道种建立。道种建立是对你目标要清楚。学佛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我们叫那个就近决定胜解脱跟成佛。依这个目标那么学习整个道次第。那学习道次第呢，有外缘的善知识。善知识不是只有那个根本上师啊，这个概念要有。善知识呢，除了上师以外，法友也是善知识。所以法友不要把它当成根本上师，你跟谁学刚开始学，不要把它当成上师，一定把它当成法友，就以法来这个熏习，互相利益，叫法友啦，懂吼？那个阶段你训练，一直训练，训练什么？训练正住聚会需求，训练把我们的弟子下慢慢训练，通过法友这种关系训练我们的需求正住聚会，需求到一个阶段你都做得很好了，自然善知识会出现。所以有人说弟子像是对根本上师才做的，不对，在法友中间就要练习了，很重要哦。你不练习，怎么遇到一个很高的菩萨来？你会有弟子相？你没有练，怎么有弟子相？对不对？你没有去好好去串习，怎么有弟子相？从没有到有，就马上有啊？哪可能？所以我们从法友当中就去练习那个弟子相，正住聚会需求，加上恭敬法，还有这个对方说法的人。很重要，这是练习阶段，不能说因为他不是根本上师，我就不用去弟子相，这是观念是错的，观念是错的。好，那么看思维这个地狱这个这么讲三恶趣苦的部分那其中呢，三恶趣苦呢分三有我们思维地狱所有众苦，旁生就是畜生道所有众苦，还有恶鬼所有众苦。这里讲恶鬼是讲恶鬼部分，但是恶鬼不是代表所有鬼道哦，这要认识因为我们讲苦会讲恶鬼苦嘛，可是有些苦没有那么苦的啦，这样概念懂一般我们佛法来说，土地公是不是鬼道？是。对啊，古一东有没有恶鬼？土地公是不是恶鬼？不可有人拜拜，他吃都吃不完呢，怎么有恶鬼呢？懂吼？所以鬼道很多，现在讲因为让我们怕就是造鬼道的因，所以他讲恶鬼，其实鬼很多。下次我们再把那个那个我们那个电影是只有 CD 盘可以放嘛我把它制作那个鬼语者啦，我们看两集是吧？有看吗？有看过没？我们鬼语者看一下，那个叫一念执着，他是好人哦，可是临终那念执着落入鬼道，不是说真的恶鬼哦，是那个执着的心让他没办法升天哦，没办法往生投生山上去的，
所以我们在学佛法是在临终当下一定要把所有的爱恶亲疏都把它放掉，这个不容易，没有靠佛法不容易。所以呢，一些世间人啊，就是一念执着就变轨道了，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们可以从外国的影片去看到他为什么他这个人那么好，为什么会变轨道，就那个执着啊，执着点一弄开了就是解决了，他马上升天了。哦，可是我们每次来又是执着，虽然说升天了啦，但是升天临终当下又执着，执着又落入轨道，很容易很容易哦。而且就那个影业啊，临终那个影业啊，执着变成影业啊，爱取啊。所以说法师，我们那个我们这边的人哦，这边的学生哦，就是说在上世应该都没有执着嘛，所以都没有去轨道。什么上世？我们是上一世啊。上一世啊，对对，临终啊，临终没有不好的执着了。那我们这边应该都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在轨道。现在是讲一熟生不是轨道了，但是从心里面有没有轨道？一熟生没有，从影业感的一熟生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平常没有受轨道的苦，有啊。比如说你要上课啊，挡不起啦，不吃了，可是肚子明明饿得要死，有没有？这是感的恶轨道的果报。哎，有没有感恶轨道果报？然后呢，看见人家哈，我一样工作，我一样的这样老板，这个同样公司，问老板特别重视他，一直升迁，好，从一个小职员升迁什么主任、经理，这样总经理，啊，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能力，为什么都没有升迁的机会？你会有嫉妒。其实看到人家老板在交代，就心里一把火在烧，那个叫什么阿修罗的果报。哦，所以从影业感的一熟生，我们是人道嘛，所以那个影业不是好，不是不好，是好的影业，所以感的我们现世感的人道，又可以嘛学习佛法，暇满人生。但是从每个造业当下，我们是都在感受一熟果的这种六道的苦，有没有？哦，鬼道，有时候恶鬼的鬼道、畜生道，在熏听话。啊，听无，唔知你讲啥，我甲咱人对不对？听无，啊，咱问你，你想啥？唔知，发呆，这个是旁生的果报啊，吃啊。那第一果报，啊，一下子呢，家庭不和谐啦，一下呢，啊，先生夫妻之间哈，造成热战、冷战，儿女来吵，妈妈，我要缴学费，太差了。妈妈，我被缴学费，我给我卖菜，我要卖菜了，卖菜了，门砰门关，或关房间，哇！先生那边也要处理，儿女这边也要处理啊，加上妈妈打电话来，啊，妈妈跌倒了啊，好，老人家嘛，走了跌倒了，冲医院，赶快来要急救了，哇！三面夹攻，你说这心是不是如同地狱一样苦？哈，好苦哦！因为先生也这样，儿女也这样，妈妈也这样，长辈也这样，哦，那在经济的，哦，赶三点半了。哎，恁恁恁公司跳票啊啦，紧来付钱啊！啊，准备中钱，要赶上中，赶快打电话啊！啊，会当借钱无啦？周转起来无？等下上面借你，啊，总无变安怎？只有公司倒闭啦，公司倒闭，那四个再加四个，更惨了。啊，如果借高利贷的，我小辉阿哥来催啊！哎，你借钱要行无？拍摄我没钱，没钱，你到啥物件？抵押，物件提到了，啊，佫没钱。哎呦，这是利息了，啊，无算利息的哦，本金爱还哦，啥物时阵爱还？无还，你到就惨哦。你知哦，你囝无掉，你就知啊，吼。哦，那个五面夹攻啊，你说你这个是在鬼那个地狱道啊？哈，是不是像地狱道？一刻都没办法安乐，一刻都在不安，一种痛苦当中，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谁来救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人人不理你，怎么办？啊，叫活菩萨，活菩萨可是真的也感受不到活菩萨帮你，连叫也叫不出。哇，人生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炭烧死了有没有？全家死了有没有？是不是那个心情已经到地狱道，很苦很苦，没办法解决的？所以说啊，那我自己走了，让儿女再受苦也不好，就一起走了，免除这个苦啊。是不是一定在地狱道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已经没有找不到出路了嘛，已经绝望了嘛，已经没有光明跟那个希望，慢慢的去寻找了，没有第二个方法，慢慢找了，唯有陷在无底深渊的苦难当中了，所以唯有嘛逃避嘛，自杀就逃避嘛。哈，
地狱到了，这地鬼道是那个吃不好那个肚子饿的鬼道。好，所以可以砍说我们人生其实都在六道中轮回，不一定说一定在死的在投生六道，不是，我们在人间就有六道的这种轮回。所以怎么去种因很重要，平常啊要怎么种因。所以从轨道的看到苦，那对治怎么对治，就是我们佛法要学的。好，那我们看地狱道的第一个部分，初中分四。分四呢有四个地狱，其中就是我们讲最不好的最苦的就是大有情地狱。大有情地狱就分八乐地狱，然后在近边地狱，再是寒冷地狱，再是独一地狱。那大部分呢有些在地狱道，但是在独一的还好，独一没那么苦，但是在地狱道就是身心那个躁郁症啊，没看躁郁症的。道一件就是独一，谁跟他讲的都听不进去，锁在自己象牙塔一种闷闷苦苦的忧伤的感觉当中，这是人道有独一地，就是不想要跟理会，单独一个，人家说话他也听不进去，人家怎么说他都听不，就是锁在自己象牙塔，很忧伤，很忧虑，然后呢，一种沮丧的心情。精神也像是独一地的现象，如果他心里忧伤的啦。忧伤，一直保在忧伤的阶段，所以这个很辛苦的。好，我们看为从此过，此呢我们叫金刚座，这个此就是金刚座，从金刚座来算过三万两千余刹那这以前古人那个算是一个标准了下有等活地狱，从此个等活地狱呢在间隔四千游行那下而有余期，所以总共呢从等地狱呢四千算一个地狱，四千余刹那一个地狱，是不是总共呢这样四千余刹那总共有另外七个，所以大有情地狱有七个，七个从等地狱一直往下，所以等地狱呢最上面。那等地狱呢我们看先第一个等地狱得地呢，未比有情多共聚集，业增上故，种种苦聚次第而起。虽然他是嘛活着，他是活着等活但是因为成很多聚集，就是很多的共业，多共聚集，那增上，所以增业增上，就主要是增上是主要的意思啦。由于业这个原因的缘故，增上不是更怎么样意思是。由于这个主要是由于业的因素，增上就是主要，因为我们在藏，我们叫一个，在那个色类学一个叫我们叫叫眼识是不共增上是眼根嘛，眼根一般我们叫增不共增上缘，增上是主要眼识要靠眼根，所以眼识主要是靠眼根的升起，叫增上叫主要，所以这里业增上过就是由于业的主要的因素。真上是主要的意思，不是更为的意思的哈。所以真上有不同的方法啦，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看，由于主要的业的因故呢，因素呢，种种苦聚次第而生，可能是刀子啦、锯子啦，还有烧锅啦，泡在锅里面等等苦聚，然后呢，互相残害，闷绝辟地。是虚空中发如是声，如诸有情隔等还活。那这个故事怎么样呢？赤户呼起如前残害，由是当受无量重苦。那个形象我用一个故事来讲就是说有一群就是有一个叫义儿，我曾经讲过故事的义儿听过没，就是说他义儿他是一出生呢，他的耳朵就挂一个宝珠啊，宝珠非常明亮，宝珠，结果呢人家算这颗那个给人家那个珠宝商看，那价值一亿啊，价值一亿，所以那耳朵叫义耳啦，他名字叫义耳啦，具有一亿的耳朵啦，叫义耳啦，这样了解啊，他出生就有这个宝珠了，挂在耳朵里面，所以他名字叫义耳。那义耳呢从小因为他出生就很好，所以他妈妈很疼爱他爸爸疼爱他，可是爸爸后来是
死亡了，所以家庭经济就不好了，本来经济很好的，然后呢妈妈一直独撑，就是苦苦的这样照顾这个小孩子，想要长大，想要嘛要报母，就是要让经济好，我们就一般的家庭中落嘛，所以呢要嘛光耀门楣嘛，我们以前是古人都这样啊，光耀门楣嘛，哦啊，他那时候的光门楣什么方法，就是财宝，所以他听说那个海中很多宝物，所以这个意义就是说招500个商人，好，大家雇个大船去海中取宝，因为海中有珊瑚啊，啊，而且什么金银啊，奇怪，这样金银应该不是在海里啊，应该是珊瑚珍珠啊，哈，哦，那去可是以前没有什么捞船的技术，也有的，好，那没关系，就是知道海中很多宝，所以呢，他就500商人要去海中取宝，那妈妈就劝他不要去。哎呦，海中太危险了啦，太不要去啦，在这慢慢没关系，在陆地生活也可以啊。结果他一直执意要嘛要去海中取宝，结果呢他就走了，就妈妈挡他不要去，他就不管就冲了，妈妈倒了，倒了他就走过去，他没有发现踩到妈妈的头啊，这是前面阴了啊，踩妈妈的头就踏过去，然后就是啊去寻宝，寻宝完啊，经过啊那个我们讲一个珊瑚那个地区，哦，很多珊瑚就去取。啊，商人很贪心，差很多。我说看，不要不要，前面还有更好的，不要装太多。然后呢，再走走走走，又就珍珠，哦，一大堆珍珠，那个啊贝壳、海上都很多珍珠，他就取了这个。哎，想不要太不要太多哦，然后再走，又银山啊，铜山、银山、金山，哦，最后呢，金山最重嘛，对，最重。他踩的那个船呢，啊，已经嘛吃水快2/3了，太重了。他们回来。刚好说，如果平安无事，没有风浪，都还好，还可以回到家。刚好中途遇到台风、暴风雨，就船沉了。那500个商人都死掉了，哦，就在海中死掉，剩下的一个就被飘到岸上。飘岸上，他看啊，原来财宝也是这么辛苦，要跟他听妈妈的话。可是不是问题啊，贪心，我们那个人的贪心的问题。然后他们走走走走，看到前面就一个嘛，一个城市。那城市呢，他就敲门，吭吭吭，白天的时候，然后那个出家人，啊，出修行人，就好，欢迎你进来。啊，等一下哈，我们中午会吃饭，会打板，好，啊，这个钵给你，钵给你，啊，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哈，进斋堂吃饭。好，他拿钵，刚好是到里面就锵锵锵打板了 ，gap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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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p， 好，这个打板，打板完呢，啊，大家就拿着钵啊盛饭，然后就安详在这边吃。看着哇，大家都很庄严，很肃穆。然后呢，当吃完那一刻，结斋了，好，结斋完了，他嘎嘎，忽然那个钵就嘛，每个人钵就嘛变成武器啊，菜刀啦、锯子啊，我就是啊，没看到他，你怎么拿这个东西？你怎么拿东西？哦，就起来了，锵锵锵锵，就互相残杀啦，就每个人都死掉了。死掉，那个死掉是说到晚上后才锵锵锵啊，白天没有了哈。晚上锵锵锵，哦，那好恐怖，我就躲在旁边不敢动作，我躲在桌子下面，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哦，啊想啊，这具尸体怎么办？啊，那就这样静静的不敢动，就没有就紧张的睡着了。睡着天亮的时候，这些人又忽然嘛，又活了，活起来了，又活起来了。啊，活起来呢，哦，他们就啊对不起对不起，昨天怎么样怎么样啊，对不起啊，啊就是大家绕佛在修行，绕修行呢，等时间一到，锵锵锵，大家拿了钵又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吃饱饭了，到晚上又变成那个钵又变成武器了，锵锵锵锵又死掉了，这就等活地狱了。啊，死了又活啊，互相残害呢，然后又死了啊，死了到隔天呢，白天又活了，就每天都是这样子。重复，一直重复，就是这个狱就是等活地狱的狱啊！没看过本身那个什么什么故事啊？不是本身的对，那个我们一个《咸鱼经》啊，《咸鱼言经》里面有这一段故事，一耳啊，《咸鱼言经》对。哦，就等活啦，就白天很好，晚上就不好，就等活地狱。哦，那还有，讲过之后会讲太多，还有一个是那个哦，一个屠夫。专门做屠宰杀猪的，以前杀猪的印度是，你只要爸爸杀猪的，你的儿子就要杀猪啦，他们那个行业不能改的啊，世袭的，对，不像我们现在很多可以改齁，那个儿子有儿子继，不一定要继承爸爸的财产，儿子有儿子的志愿，
哦，所以他们印度人是这样，就是你爸爸做屠宰的，你儿子要做屠宰。那他可能他了解佛法很好，但是呢，这个世袭你不靠这个工作赚钱，家里就没得吃了，哦，所以呢，他就说那好吧，既然白天我要工作，我就受一个戒嘛。那受什么戒？晚上不杀生，白天要杀，要工作哦。我竟然我那就问那个阿罗汉说，我不可以受个晚上不杀生戒？那阿罗汉很慈悲啊，可以，哦，可以。你叫白天为工作不得不杀，你晚上受不杀生，可以。哦，而且因为他这样受戒，所以呢，他死掉了。死掉呢，白天呢就被嘛，被那个他本来那个义耳就好像讲义耳连续剧了哈。他离开之后，哇，原来等我弟是这样，哦，他知道了，就离开了。离开了到一个天宫，看到这个本来是个平常的城堡，看天宫金碧辉煌，就进去。那个天子就很一个很漂亮的天人就招待他。那晚上的时候招待他进去，他说：“你啊，哦，这边呢，这个我们处所是这样，你尽情享用。哦，吃的很好，晚上吃的什么大吃，什么餐饮，还有水啊，泡澡的三温暖啊，啊，还有什么花园啊，通通很好，非常享用。”他说：“你这边要出去哦，啊，隔天早上你不要出来哦，隔天早上。”啊，他家的那天人就走了，啊，那晚上睡觉，哇，好舒服，这么好的环境。隔天呢，他找那个天人，我从家呢要走了嘛，要跟天人道个谢啊。这个呢，就去找天人，就看到天人这个本来那个是非常庄严、非常有那个啊光祥光的那个人，这个白天变得很什么很脏，然后呢看见狗在咬他，一直咬，把那皮咬破了，肉也咬吃的。头也吃了，骨髓也吃了，吃的一滴不剩，他把它吃光了，吃光，哇，这么恐怖，怎么晚上这么天的，白天被这个狗吃的这样子，那么狼藉，血肉不堪模糊，不敢直视，啊，那就很恐怖。可是呢，又没有办法出去，他就一直等晚上，哎，天人要么又变回天人了，又长得非常庄严，就说你有看到白天的现象吗？有耶，我偷看到了啊！我先对不起，因为什么这样果报呢？因为我全身是过去身是一个屠夫啦。那我知道我因为我的职业是不能改，所以我只能做这个屠的工作。那我了解佛法很好，所以我跟一个阿罗汉受一个晚上不杀生戒。所以呢，我赶的嘛，白天因为屠夫嘛，就被我专门宰狗的嘛，就被狗吃了，受这个果报。啊，晚上因为我受五戒，所以赶的天人的果报。这个就嘛等活地狱啊，因为这个两个月先讲等活地狱，所以每个人不同果报，有好的果报，也有不好的果报。可是在吃的当下、杀的当下，等同在地狱中了，等于在地狱中的苦啊，被撕烂啊，被咬啊，那个肉被撕开的感觉啊。好，这样可以两个哈，狱用来了解等活地狱。第二个呢，我们叫黑神地狱。那其中呢，所生诸有情类，啊，情多当受如是众苦，诸手狱卒以黑神并，或为四方，或为八方，或为种种非一文化，如其所并，如是以刀或什么或啄或割，好，哦，就是切豆腐一样了，啊，豆腐不是一块一块的呗，一板豆腐不是一块一块的吗？所以你分就像我们的生日蛋糕，那切几克，先切好，先画好了，那再切再锯了。好，那我们从这个看果嘛，那我们先从等活地狱来看，我们有没有造等活地狱的因啊？无某，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有些人很好，好的不得了，对你儿女啊，让他想尽办法让他得到快乐，可对别人呢，苛得要命，让他马上想让他快点死掉。我曾经看一个叫2012没有，那个灾难片啊 ,2012, 就是那个什么他们黄山公园那个火山爆发嘛，就世界末日啊。还没看过这部片，啊，这部很有名的，很好看的。最后一个很有钱的胖子，有没有？很有钱，因为他们最后知道说这个现象，所以有两艘船，但是两艘船一定要有钱人买票才可以上得去。
都是大富翁的人才有资格买票，那个票很贵。那结果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买三张，那有两个双胞胎儿子还可以跟他，他买了三张票，就等了最后末日那个两艘船。啊，他上去的时候哈，他为什么会变成大富翁？他就是嘛，我们叫垄断市场啊，要置于别人的商业的置于死地，让别人没办法存活，没办法经营。他靠这样呢，然后成就他的有钱。他不是以一种共同生存的方式来经营，而是垄断。好、哦，我自己先好抬低价钱，那大家买我说，大家所有的商店跟我同行的全部倒闭的，我再慢慢抬高价钱，变成我独我们叫独啥，独占市场。然后等我就一占，人家不得买我，因为生活用品不得买我的，所以他就很有钱。那所以他是不是造下这地狱的因？就是让他的别人生活没有着落，让那别人公司倒闭，多伤害别人。这个伤害不是一个人哦，是整个公司、整个家族哦。那个业都不重不重？重。可他对他儿女呢，两个双胞胎非常照顾，所以两个双胞胎儿子呢也是嘛，胖胖的，嘿，都跟他一样，养尊处优啦。出门啊，上学都有私人司机载啊送啊，啊吃什么东西啊，都人家有个大厨师帮煮，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最后那一刻什么，那个船已经满了要走了，你就是大家一起争着要上去，可是问题上不去。他最后呢上不去的时候，他把两个儿子这样用全身力量抬上去，他用那就是最后全身力把两个儿子抬上去，他自己上不去就掉到海里面了。所以那一刻他愿意为他的儿女牺牲，你看那一刻是不是天人的那个果报？为了别人的快乐我牺牲自己，那不是天人果报？所以从这一刻我就想到业果，这个什么等活地狱的业果。平常对一些别人啊、哦、让别人嘛不能存活，可是最后那一刻为了他自己儿女愿意最后一把力推上去，然后掉到海里，他愿意做。对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啊？平常啊，虽然不是那么严重啦、啊，有没有对一些平常不喜欢的人什么很排斥，然后想尽办法说他坏话，想尽办法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啊，对喜欢的人又很照顾的要命，宁愿牺牲自己的快乐啊。儿子生病说啊，妈妈带你受苦啦，你不要这样受苦，妈妈花样的带你折寿十年二十年来给你啊，让你身体好起来，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发这种愿？这是好事好愿，可平常对别人呢？对不喜欢的人排斥，然后伤害啊、哦，言语的这种伤害，还有种种的伤害啊、哦，就是希望他能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有没有？哎，没有了哈，我们是没有了哈，但连续剧有了哈，对不对？现实也有，一定有嘛，只是说轻跟重，严重到什么程度而已的，多多少少都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等活地狱哦，我们从自己现行去看哦，要了解哦。哎，这个我们都有多少一点因素哦，要避免哦，哈。啊，黑神地狱呢，这个怎么种的就不知道了啦。好、哦，可能是说怎么讲？你没有我们那个诶、我们现在没有了，以前古人很多啦。例如说怎么样呢？例如说哦，遇到敌人已经被杀了，对不对？我们再补一刀，好不好？就像那个我们谋杀，我看到那个我那个偶像，当一个人被杀的时候，杀了啊，他又补一刀啊啊啊啊，吴伯，吴伯，哎，武侠就常演的，对不对？一刀不够啊，再补一刀啊啊啊，杀到多少？他死掉为止嘛，死掉还不甘愿，还帮他插一刀，有没有？啊，这个是像这样一样，一直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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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已经是受苦了，人家就一直割，一直割，一直割。对不对？班长，你被打一拳是不是很苦？你打一拳不够，再打一拳，那边再打一拳，再那边打一拳，对不对？哇，你看到黑道都是这样子嘛，互相点一下杀一下都这样子嘛，一刀不够，一个人对那么多人，一刀不够，两刀三刀，共业啊。哦，这个就是感觉就比较像什么黑神地狱啊。第三，众苦地狱，众合者哈，众合地狱，未必有情。或时辗转而共集会，而是一族驱逐另路，如恶乳头，乳头就是羊头啦，羊头，乳头铁山之间，从此无间
啊、哦，两山合破，尔时重启一切门中血流涌注，如是啊、哦，如是如猪羊马象狮，即如虎头合破一耳，哦，那这个是先这样好了，这个叫诶炸炸压炸，有无？那有安尼无？诶，刚刚讲，我们要造个业哈、哦，这个。我曾经看过印度人 line 啊，就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印度人在卖那个椰子啊，那有钱人就去买，他说你这个一颗多少钱？一颗五块，可不可以少一块？不行，我五块就没有什么利润了，那不买了，然后就去买这个去店里面买一个那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嘛七块，小瓶的叫七块，啊，那出来那个卖椰子说，请问你卖这一瓶多少钱？七块钱。那七块钱你买的那个营养效果诶你感觉怎样？不好就好吃啊，就凉凉就好吃啊。那你感觉这个只是好吃凉凉的，你愿意花七块钱买这个要伤害身体的。那我这五块钱又没什么利润，然后你因为一个讨价还价，我一定要上四块你才买。变成你在利益那些嘛本来就很有钱的人。而且他做的商品也不是真的对你身体帮助，我这个椰子水真的是天然自己种的，对你身体有帮助，而且我是真的没有利润的，你反而去照顾有钱人来伤害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完了吧？那有嘛，好，这一段对不对？那平常有没有这样卖菜啊？是啊，多少钱啊？可是该小的啦，五块、四块啦，四块，五块、四块、三块啦，有无？那完了不？对啦，我说以前的习气啦。如果有可以讨价还价，你会不会讨价还价？不会哦，啊，厉害！啊，我有这种习气呢。我是印度有这种习气啊。我说我感觉我这样造业不对，因为印度他们那个其实那个货很便宜，可是他故意抬高价钱。像我说喜欢买印度，一定喜欢买念珠，为什么？念珠回来可以送人啊。反正印度念珠比台湾便宜多了啊。我就去买一些像龙眼菩提啦，哈，因为龙眼菩提台湾没有嘛，哦，还有一些什么那个黑檀的啊，黑檀在台湾很贵啊，哦，人家才他有的喊价100块啦，我叫嘛，卢比100块，啊，我就会嘛杀到50，是砍一半，那他再斟酌再慢慢提60、70，对。可是我这种习气不对啊，我讲我的习气，我没有这样说，他其实他是看到外国卖特别贵，所以我故意喊一半那再慢慢加，但是我这种等流啦，我感觉就等流不好啦、哦、你要买就买，不买就不买、哦、不然我们就说啊，那大批的我买多一点你可以算便宜，不要讲价钱，我说买多一点你可以算便宜一点，因为他讲不要，我们自己讲便宜，要把他压榨嘛，对不对？有压榨的那种习气嘛？如果说我买多一点，你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那、啊、如果说讲啊，多钱 ？No， 再等会儿吧哈，不要讲价钱。可是有时候我为了杀价讲价钱，杀到一半再慢慢抬，这种习气就不好了，压榨了。所以后来我就看到这个故事啊 ，No， 不能再做了。以后去买东西不要讲价钱，我说我买多一点，你能算多少便宜一点？那他有个赚的利润的空间呐、啊。因为杀的话变成说他为了今天卖不出去嘛，他不得嘛，稍微赚很少或者赚一天才赚一点点生活，至少可以拿现金回去买东西吃，可是人家赚不到钱，一天的辛苦才赚那么一点钱，这样不合理，所以那自己去算他合理的程度来给我们价钱啊，你觉得合理再买，不合理再说、哦、这样就不用会不会没有压榨的感觉、啊、我就想到这个办法了，所以我感觉以前跟人家那个讲价钱有点压榨，讲的这个什么驴头啊、虎头，哎，地狱的。没关系，我说刚才那个人50块，为什么算我100？啊，他说那个人是那个人啊，你是你啊，啊，那我就别的地方买就好了嘛，哎，不要跟他讲嘛，不要再压榨了嘛。这很容易哦，我们在印度平常我不会去买菜啦，去印度才会买东西嘛，买念珠啊，所以这个习气不对了哈。好，
所以呢，不管是羊头、虎头，哦，啊，这个羊头为什么用羊头跟虎头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了哈。会不会说我们是例如说养动物的人啊，养动物的人，例如说什么？你买如果是养的话，你问啊，羊奶、羊角、羊毛、羊皮，是不是？全部都拔嘛，压榨嘛，对不对？连羊骨头也可以嘛，来卖啊，当饲料啊。所以买养一头羊，是不是全部都会当成你的经济效益，得到你的利益？所以你对这羊无所不取的，把它压榨到一点没有价值，是不是有这个羊头和破的那种感觉？那养老虎也是啊，老虎的什么老虎鞭啊、老虎皮啊、老虎肉啊，对不对？然后还有老虎的这个连头也可以当成什么人家的装饰品啊、铺地毯啊，是老虎一点都没有剩，老虎的骨头也可以强壮身体啊。所以你养一只虎老虎，目的就是要把它嘛利用到一点的都没有剩的这种，把它养成一个经济利益的话，就是有这种感觉啊。养羊、养老虎、养各种牛都是一样，都出了这种心态的话，很容易啊，变成这种啊什么啊，乳头铁山啊，虎头铁山啊，什么什么铁山，对不对？所以养这个动物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很容易哦，因为它这个老虎在每个当下，每剥个皮啊，什么都在受苦当中，尤其是死的时候啊，死的时候，那神识还没有离开之前，他会看着你，你说羊被宰，对，神识还没有离开啊，没那么快啊。他没有经过四大的这种树慢慢溶解啊，一下被宰了啊，所以那个神识还寄托在身上啊。所以为什么吃肉会容易生病？因为有些啊那个动物被宰的神识在身上啊，没那么快走啊，所以它速成的嘛，一下弄一弄宰到出产品才几天，一天就结束啦。从一头羊到羊制品的出来，有没有一天可能没完成？机器这样运作，一天就完成了。一天完成，一般来讲，我们的三天半，如果依照中医生讲，三天半神识才会离开身体啊。可是三天还没有过，神识还在那边，你吃下去，把那个恶灵的那个不好怨气的神识吃到身体，变什么内脏的什么那个我们叫什么非人的这个寄生了。所以看到那个什么那个癌症有没有挖出来？那个肿瘤挖出来是有人的脸的，有没有看过？没看过人的脸型的，或是嘛羊的脸型的，有个脸型会出现，就表示嘛那个神圣的寄托在里面。常吃那个新鲜的啦，我们以前没吃过一鱼三吃，兔三吃或什么三吃的，以前流行呢，一鱼三吃有没有？养在那个水缸里面啊，我要这一只，好，那就宰了再住到肚子里，没有经过一个小时没有。那30分钟从它宰的到吃到肚子只要20分钟30分钟就完成了。啊，它宰的时候 会痛一定的。啊，神识有没有离开肉身？没有。好，所以小心。好，小心。以前我也指定过一次，现在在后悔，还在后悔。就朋友去当兵的朋友退完一起吃饭，然后到那边啊，我做地主嘛，我总要尽地主之谊，我就说啊，这只鱼不错，大家可以吗？好，就这一只。这次吃一鱼三吃，还没有熄火之前，好，小心了哈。这个叫虎头啊，那这完了之后呢哈，又集会时啊，驱逐另入极大铁槽，压迫全身。哇，那是对什么造业？怎么会变铁槽压迫全身呢？如压甘蔗。哇，小心了。又集会时，又大铁山从上而堕，于铁地基，若浊若波，若倒若裂，若是等时，血流涌注。哦，那这为什么是铁山？哈，还有是我不晓得哈，这对什么境遭也不知道，但是总是有那个把别人那个经济力剥削的一干而净啊，不留余地了，这种心态啊。让别人受苦，完全不锻炼他的苦受，把他压榨到他完全受苦到死为止。哦，这个是连续剧场看到，一般我们学佛看不到。
啊、哦，不是，它是以杀为主，第一道是杀为主，第一道是杀，啊、哦，所以是以杀为主的这种方式啊。那杀当然是以嗔恚心为主啦、啊，你就说啊、道跟淫是以贪为主啦、啊，好、哦，道跟淫是以贪为主，道是贪物质嘛，啊、哦，淫是贪人嘛，所以两个形态不一样。那杀害的心，伤害杀嗔恚心最严重。所以嗔恚心会让我们堕地狱，因为伤害别人嘛。对不起，啊，一般不会，一般不会。如果他没有夹杂嗔心的话，那我没有这样是不会到地狱。对不起，我感觉稍微推挪一下我的。啊、那是有嗔恚嘛，就是一定有嗔恚才会嘛，会啊，嗔心杀光光那个就有啊，就是没有嗔的话不会到地狱啦，有嗔恚心才会。是请教您，那如果说、哦、我们造杀业才会去地狱嘛，然后我们已经受了五戒或戒律，任何戒律，那为家人准备的荤食这样子 也有造杀业吗？没有，你要吃三斤肉的，我们就准备三斤肉。好，不要那个，要三斤肉就可以比较安全。如果自己没有吃，然后准备三斤肉，这样子也是守，就是守戒也算清净吗？是的，是的。哦，好，是的。所以五戒是比较宽，就是你不要煮那个三斤肉。三斤肉就什么呢？就说你不是亲手杀的，也不是叫别人杀的，那也不知道他死的状况。哦，就是说哀嚎的叫声啊、哦，那个死状很痛苦，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不是制作，也不是叫他杀的状况，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就是三斤肉。这样，所以你不要定啊。所以你要跟他讲哦，要买遍的，买，不要为了我杀。准备年货定的那个都不好，是不是？年货定人他不一定是针对你啊。可是你有定的话，你要跟他讲量就加进去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不要订货，不要订货、哦，也不要说我、哦、明天因为要谁生日，他喜欢吃烤鸭，我就是隔壁哎，明天我要吃烤鸭，要半只全只的，人家就为你杀了。好、哦，所以不要订，买现成的，去商店买现成的。可是没有嫌麻烦的，去店里面买现成又嫌麻烦，感觉订比较快，对不对？对，你先打电话去嘛，你有没有现成的？有现成我们再过去买嘛。啊，如果没有现成不要订哦，订人家为你杀咯，变成你再叫他还是。对呀、啊、对呀、啊、所以预购的比较有问题啊。哎，不要预购，对。哈，不然就吃素的。肉的部分齁、哦、肉的部分你就会叫扁的啊蓝蓝的啊，连你自己有的素的混在一起吃。肉的荤的部分就不要预购啦，素的部分就可以预购啊。可是你煮起来很麻烦的。预定那个餐厅有没有，这样有没有算啊？不算不算。因为后来不定年货就请他们去到外面吃。对，你就虽然是荤食。所以他不是针对你。哦。叫董不是针对你哦。就是说你说啊、这样也好像也会齁、哦、好像也有、哦、你只是预定座位，预定座位这样子，这很细微的这个、哦、都会有，会有没有可能，如果现在没有现货可能会去买来吃，买来宰，对，有可能。所以还是吃素的比较好。很麻烦齁、哦，现在都很麻烦，所以小心一点啦、啊、哈，小心一点。你现在问他说，你现在我们预定的话，我这道菜有没有现成的？好，不是，像餐厅已经好了的。他都会再去你订的按钮采购的，
不是，我说说不要订菜单，先订座位而已。那菜单的时候，你就问这道菜是不是已经现成的，就是这个材料已经有的，有的我们才点。你可以先订座位没关系，但是你没有订菜单嘛，所以到那边再菜单，你这个这道菜是不是现有的？现有的话，它不是为你而杀的。现在餐厅都强调说，我们是现捞现宰，是很新鲜的。啊，那不要去，那不要去。蔬菜可以啦，蔬菜，现炒的可以，蔬菜现炒，素的现炒没关系。那荤的不要现杀现宰的，好、哦。所以你要点这道菜有没有现成的材料？如果有，我们就点；没有，就不要再新的。对，你可以点嘛，自己可以做主。点菜的时候可以问一下。所以我们点是已经有的，已经准备好的，只是还没有煮，还没有炒而已。这样可以齁、哦、这可以吧，这样可以比较有个伸缩吧。嘿嘿嘿嘿，不然我们造恶业在地受苦了。我玩弄啦，我都不走，我咋在休假的课啊，想让那个狱主被搞绑什么黑神的彪彪，你看那个建筑不是黑神吗，拉一拉彪啊，在干嘛，要把你割了。我玩弄啊，阎罗王，你不是认错人了，我没有做这种事。他就照妖镜给你照出来，有你做什么事？因为你预定了十人的那个什么那个宫保鸡丁啦、啊，啊，满汉大席啦、啊，你看看有没有？好像有哎、欸，对。啊，所以我们造业都不知道啊，赶果在那喊冤枉啊，我们都是这样。我怎么班长那还刚刚忽然间在骂我？哎，班长会不会？我又没怎么样，啊，怎么你可以对我这么生气？哇，哦，这很多哈、哦，对不对？欸、造业都不知道啦，赶果在玩弄啊，我没有。我一直忏悔啊，把它关起来在前面啊，我要拜忏啊，我是诵经关在前面一起诵经，我带共修念佛就关在前面跟我一起念佛啊，就管教阿弥陀佛加持他啊，记起来啊，我这下没有忘啊，那个白苍鱼啊，白青鱼啊，记起来啊，就放在前面啊，啊，这一直拜忏呢，那个阿弥陀加持他呢，啊，我跟他抱歉呢、啊，哈、哦，我是不小心无名烦恼，我以后要利益你，嘿，我们当法友一起成就佛道，啊，我向阿弥陀啊，我念佛，你跟我们一起念佛，阿弥陀加持你到阿弥陀极乐世界，先等我，我们一起再共学，我一直这样忏的、啊，啊，慢慢那个心就不见了，那个本来是很愧疚，好像很像一种这样懊悔的心，慢慢这样忏悔，但那个心就拿掉了，业就尽了啦。业界那个业就不会在你心上存留了啊，那就是愚痴啊，就像我们的赵受鬼啊，我哪呢、嗯、我没啊，你哪呢、哦、赵静看到才知道那是愚痴，所以有两种，一个是唱业唱干净的不会有苦，一个是哪愚痴不晓得苦，我们现在都是愚痴不晓得苦，还是真的了解苦把苦拿掉了，都愚痴，都愚痴不晓苦因在等我们了，要赶果了，赶果才是后悔了、啊、好，这个叫什么？综合地狱。好，第四个我们叫嚎叫地狱，未必有情。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好，我们看第四，嚎叫者嚎叫地狱。那嚎叫地的相状是什么呢？未必有情，寻求宅舍，即便去入大铁室中，使才入仪、哦、刚进去的时候呢，火变刺燃、哦、由是燃烧、哦、所以我们家大一个地方就开始燃烧了，这个业怎么造的哈、啊例如说，我好像有做类似的业力，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齁，就是以前我们那个住乡下嘛，按我们那个床齁，是用木头、木块盖个那个支柱，上面就铺个木板床，啊，都兄弟姐妹都睡在大通铺，以前没有钱都这样。哎、啊，下面就会很多老鼠啊，啊叽叽嘎嘎啦哈，很吵。而且我们就买个铁笼，啊，爸妈买铁笼，铁笼那就放一个什么可以饮用啊，老鼠进去就关了，
啊，都是就知道了，抓到了。而且妈妈怎么弄的？妈妈用烧的，点汽油烧死的。哦，我觉得很恐怖。还有的呢，就嘛，我们有那边刚走50公尺，那是小鱼缸，50公尺哦，离我们家很近哦，50公尺就一个绳子吊着那个鸟那个笼子，放到海里面，让它溺死。啊，没有，你们没有这样哈、哦？啊，我们现在学会放生，对不对？我们钱都不懂，都把它用死。啊，我因为刚好妈爸妈那时候我是读国中，啊妈爸在忙，啊那你那时候去把它处理掉。啊，我烧的我不敢啊！啊，我离海边比较近，我就用绳子吊起来，那个水就沉溺。那可天天老鼠一直在叫，那是往上爬，给给给给，我看着它好恐怖，有点感觉是这样了、啊。一入笼中，几入水，就变成它是火烧了，对不对？我是嘛水灾了，然后淹死的，那恐怖一笼子一下去，那个水就涌上来嘛，还才能到了，把它淹盖上。它想爬到笼子最外面也没办法，因为笼子已经在海里面了，溺死的。啊，如果像我以前爸爸妈妈这样做，就用烧的，哇，也是这样。对啊，杀老鼠啊，汽油点一点就烧死了，就有点像这样啊，感到这种火爆，都这样做，可是不想要业力啊。哦，对，还要忏悔，这个要忏悔。我现在忏悔，那老鼠到忏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忏到80%，还离20%，想到还有后悔的感觉，我还在忏，继续忏，20那个20%还没有忏干净。以前一想起来就很恐惧很懊悔，现在想起来已经慢慢泛淡了，但是对那个老鼠还有一种愧疚感，现在目前有一种愧疚感，一点点继续颤，所以一定要颤哦，不要把它堕落到那个这个地狱里面哦。哦，一样啊，老鼠一样啊。哈，你有没有讲这手脚有问题哦？有没有手和脚会有问题？嘿，要小心嘿，所以一定要忏悔。做就做了，嘿，我也不知道啊，小时候也不知道啊，我都是不知道造罪，就愚痴造业嘛，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懂得业因不要再造啊，跟过去成三个过程中间，把它观想在前面，不管是念佛、拜佛，哦，是听闻佛法，观在前面，然后得到活菩萨的救度，一方面跟他起白忏悔，一方面祈求活菩萨救度他，好，把这业慢慢消干净。不然我们就赶鬼哦，我哪呢？我弄啊！我们在讲因果，我们以前都是一次造业，不懂嘛？人家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都是盲从嘛。哦，啊，这是用火烧的了哈、哦。第五个，我们叫大嚎叫。那大嚎叫是什么？多与钱同，好、哦，其差别与铁是成渣有恶，所以呢。现在是嚎叫地是只有一个房间齁、哦、啊这个这是铁是成渣有二就是什么什么它是两层一层受完再一层所以受两次啦齁、哦、差别在大嚎叫所以更苦前面的里面跟那一层更苦。第六燃烧热者未必有情未诸齁、哦、欲足至于众多于善那量极乐燃烧燃大铁熬中辗转烧虎犹如自娱就那个嘛我们吃那个嘛我们以前小时候喜欢吃什么焦巴哦有没有吃过焦巴有我吃过一次还好一过一次很没有吃很多但是也要忏悔我、哦、很喜欢杭焦巴有没有但是要一个状况啦不是你杀的还好啦三斤都没关系哦齁好像你不是自己杀的吧不是现宰的吧是啊他夯的人的问题啦我们吃的因为生三斤都还好嘿吃的是三斤都还好不要把这个罪业无缘故染在身上烧的人有问题啦但我们吃的因为是三斤都还好好、哦、这个三斤都所以呢把那个鱼啊、哦、治鱼啊、哦、像我们讲煎鱼啦治鱼自然铁肺啊、哦、把它串成铁有没有从下灌入焦案不是这样吗从下灌入对不对然后侧顶而出从口两眼两鼻两耳一切毛孔猛焰刺身哦那个是夯的人啊、哦、我们吃的还好啦、哦
但以后不要吃的，因为你想吃人家就会做嘛，对，你不想吃他没生意他自然会转行嘛、哦、所以现在吃荤的很多都转到素食的，为什么？吃素人口多了嘛，那吃荤的人家就说那个肉里面不好啊，有什么什么这些什么添加物啊，啊抗生素啊，所以现在这个健康理念越来越强，所以大家吃肉的人越来越少了。对，因为啊就这样啊，我们的业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因为大众喜欢吃，当然就贵了、啊，就是这样。啊，但是贵能够造善业，你把这一分得到辛苦钱去让别人快乐，也何乐不为呢？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忍受得了嘛，哈，贵是贵啊，但这一份他贵的，他能够让他生活更快乐，我们有随喜啊，一种供养的心去让他贵啊，也没关系啊，因为环境就这样嘛，好、哦，所以呢，自幼自赤兰大铁地上哦，或养或富哦，不是在那个网子上面哦，是整个大地都是赤兰那个铁板哦，我们叫铁板牛肉啥？板烧牛了噻，铁板烧啊、哦，铁板烧，还有那个铁板烧那个饭有没有？我现在什么嘛，什么锅啊？哎，铁板烧，还有那个饭啊，要韩国石头锅有没有？哎，就是出来那个整个铁都是热的，还在吱吱吱吱热，你要去炒，不炒会烧焦的，对对。还有锅巴，对，所以那个我现在都留香铁板烧了哈。那或养或护，以及赤兰炎热铁锥，或打或足哦，不但躺在地上很热哦，而且嘛用那个腿来把锥平哦，打好像在怎么打那个牛排有没有？有没有做过荤食的？一块肉啊，要把它打，有对不对？用那个一个一个硬硬的一个，用前面一个圆圆的一个，还有一个锥子这样打，打了才说才下好吃，对不对？要松的，对，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吃人家那个肉松的，现在被人家吃松的，所以人家就打你啊，你这样就吃。好，极热者，所以刚才有烧热，好，现在又变极热，好，位以三间大热铁会，三间就是三叉的，中间尖的，两边横出来又是尖的，叫三间大热铁会。从下灌入左右二峰，好、哦，二峰侧左右腹，我们那个肩胛骨啊，从这两边出来啊，从这两边的肩这样错右二峰，好、哦，然后呢，侧左右腹啊、哦，那另外中间是从顶出，有是因缘从口等门猛咽刺身，又以刺然炎热铁碟，碟碟就是薄片啊。薄薄的那个铁片哈，片裹其身，就像那包嘛，梳洗有没有？梳洗是不是要那个紫菜那个包的？那这个铁片是全部会燃烧的铁片包的全身哈。裹啊，那右腹倒之，把它吊起来，然后自然肺涌肺啊，弥漫灰水大铁壑中，然后呢，欢热就像那个打铁一样，全身烧热了嘛，那放在那铁灰水。大铁其汤涌沸上下飘转，落实消烂皮肉血脉，为于骨消、哦、所以在煮你看有没有煮过那个什么牛排煮到最烂什么肉跟骨头分开有没有啊？我炖鼻把炖白骨有没有诶炖哈炖了哈但我有个炖了啊啊，顶掉了，顶那个整个都肉跟骨头分开了。我们以后如果喜欢这样也可以啦，想不想试试看看？欸、不知道呢，他没有讲夜莺呢，所以最难的是说我们要学夜莺，他都没说，他是一个果相哦，果相，就是那个伤害到别人那个淋漓尽致，让别人一点快乐，不想让别人一点快乐。就是不想让别人有点快乐的那个感觉，全部的快乐都消失的感觉，那个心态啊，说什么都要做到什么，那最苦的，让别人去受最苦的。我们看连续剧就有，对不对？我们现在不会了哈。还有小心哈，我们那个我说我会现形，所以当你蚊子拍死的时候啊，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啊，摸着蚊子这样，有没有？蚊子这样拿到手上就这样磨一磨就本了。
粉身碎骨嘛。有无？我那我没有学佛，身上好像有这个习气。好、哦，就死的、啊、就尸体拿起来就这样，身上没有离开啊，因为他刚死啊，就拿手上就好玩，而、啊、且抹一抹就什么都不见了、啊，哦，血也干了啊，皮肉也都没了，有没有？哎，可能就会这样，可能、啊、我前没有学就喜欢就这样好玩，就是抹一抹抹就什么都没有了。哦，所以何时露出，这露出就把它捞起来。好，捞起来，已经血肉都分开，捞起来是铁蹄上，那铁蹄上呢，它又嘛，就皮肉血沫又会再升起来哦，哦，骨头肉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捞起来地上，它慢慢又聚合起来，又升起现在新的人哦，有骨有肉的哦，其皮肉血脉生移，然后呢，还至火中，又马上上去煮，余炉烧热，就一直这样重复啦。在锅里煮到什么？煮到完全皮肉分开的。然后呢，我们看过那个嘛，显眼睛有没有看过？一个女众很漂亮，没有。那你就这一个人呢，就是下地狱去了啊，就是有那个阿罗汉家下地狱在看的。一个女众很漂亮，然后呢，他就煮出来那个肉哈、哦，这个肉就是已经在地上了，已经在地上。他那个女众，他那个肉骨头就拿起来吃。吃完了，哇，吃得很饱，啊，自己又跳到了那个煮汤里面，都一直煮，表现很漂亮，越煮嘛，越烂掉了，变成一个骨肉，骨肉呢，他那个又能把它捞出来放在地上，地上呢，那个女众又陷起来了，现在要把那个肉吃掉，然后呢，吃完呢，就跳到那个锅子里面又煮，那边的骨跟肉就变得又捞在地上，重复一直在这样重复，就什么，他骗那个以色诱拐别人男众的钱呐、啊，郭谦就是诱拐别人钱的，就是说我跟他结婚，目的要他财产，那财产什么都要，什么都一点都把一直收刮那个男众，最后他没钱了，离婚了，那男众就没办法生活，就自杀了。然后他从师故忌。不用自杀还好，这个钱才会匮乏。可是让别人自杀了，那从师故忌，或是用伤害，例如说啊、我跟一个有钱人啊，他有保险，所以呢，我就谋害他，钱现有的钱财我没收了，那还有保险，我就嘛用慢性毒药，那吃，他死掉，我就保险我也有的。那死了，我就喜欢跟老头啦结婚啦，漂亮嘛，老头结婚，那就是人家一个没有妻子老头骗财。啊，这死了，那重新又再一个，就是不管用慢性毒药给他吃也好，或是用感情来伤害他也好，就是让他留下一点点的那个快乐的余地的，就会变这样。有没有现实有没有这样的？有，很多寡妇很有钱的、啊，对，都是这样的方式，收刮。哦，对呀、啊，现在人都是为了这个钱的，不想着后面的业，就可能跟个女众一样，哦，骨肉啊，那煮到骨肉分开了，那自己吃完就跳进去煮，得这样小心。你想想看，我们有钱，我们这一生从回头来往前面看的，我们都是以前是为了生活，对不对？以前苦嘛，为了生活打拼嘛，打拼到现在，虽然说哎，好像有点成就感的，可是再多的。钱混在银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多大作用？这个数字变化嘛，我们吃的是那些啊，用的是那些啊，我们不会说哦，故意要像我的朋友故意要花这个钱去买面子，每次要面子一出场他就买个新的，他故意要把钱花掉，因为他说不花掉会报税啊，他有大目的啊，不花掉以后报税更重啊，现在有 45% 对不对？有钱人 45%， 所以不要到 45% 他就去买这个面子可以报税啊，真的有这个功用，它不是纯粹为了享受，而是报税。但是我们现在也不会去追求那个啊，你有钱去供养嘛，好、哦、啊。他说他，我问他说，我去寺院很苦啊，干寺院啊，或是要建立佛还苦啊，他就讲说啊，我已经供养很多了，不要再来了。可见那个心还是有没有纯粹在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买车子等等，这个很好，但是说。他平常也有做布施的，只是说那个心没有想到究竟了，没有想到成佛，所以还是有限，世间福而已。
那现在我们生活到现在，钱多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够就好了。所以我不会为了这个钱的问题去害别人啊，去伤害别人，我应该不会做了啦。但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为现实利益啊，多还要再多，贪求无厌的、啊，就是贪求无厌心。像那个有些女人就是为了钱的目的，跟一个不是相爱的人呢、啊、结婚，为了钱，然后死了又要结婚，用钱用钱。可是到最后他能做什么呢？他是心里更空虚。你真的找得到一个真的能够跟你契合的人吗？不，他目的不是这个、啊、虽然他找不到真的能够跟人心灵契合的，他主要是要钱啊，对不对？那这人做人，有人感觉你很好，可是因为你前面的这样的故事，人家不会跟你在一起。感觉你长得漂亮啊，可是问题你都在已经在做这种东西，万一我跟你结婚又是这样子，谁敢跟你在一起？谁敢跟你交知心的朋友？酒肉朋友可以啊，你有钱嘛？我跟你交，你有钱啊，你会请我客啊，我买东西可以替我买。可是问题，知心的朋友没有？没有。所以钱对我们来讲，已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钱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数字的一个增加跟减少而已。那我们最终的人生在世间最终是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比钱重要、哦、对不对？家庭能够和乐，儿女孝顺，然后夫妻能够为共同的生活美满生活，大家一起努力同心同愿，这才是我们要的。然后同行善友之间能够往着佛道一起迈进，共同、哦、切磋琢磨啊，跟那个、哦、我们的法友这样互相在法上彼此研讨增长，这才是我们要的。为什么我们要的？这个我才得到后世跟究竟的快乐啊！而是为了现世安乐，你这不走了，造很多恶业，你说后世还会快乐吗？啊，现世的快乐真的是快乐吗？那么多钱，你买什么东西都是虚的、空虚的、啊。买再多也是对他讲是空虚的、啊、对不对？你有车子又怎么样？你有大豪宅又怎么样？豪宅你刚刚进去用了一两年，人家会赞叹你，哇，这个豪宅好棒哦，好宽哦。等第三年你觉得麻痹了，还是感觉很新鲜？第三年已经麻痹了啦。你在皇宫也一样，对你来讲还是没有什么新奇的、啊、你说皇帝住皇宫，前面刚开始很舒服啦，到后面你觉得有没有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啦。就说你家盖个很好的花园啦、啊、好，第一两年第二年你看得很新奇，我什么花都有，第三年你感觉会真的很感觉会让你快乐吗？啊，我里面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家第一年布置的很好，很装潢很漂亮，美轮美奂，还有什么禅意啊，什么梵谷的什么名画，还有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这种什么作品都有。第一年看很珍贵，第二年看很珍贵，第三年呢有没有味道了？没有味道了。所以为了这个你前面几年那种新鲜感跟快乐来造下后世的痛苦。痛苦不是只有不要一年两年嘞，一辈子的痛苦，而且一辈子第一道很长时间的痛苦嘞。这样划不来，划得来划不来？划不来嘞。可是我们前面都没想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想对不对？没有把那个投资报酬率算进去的，就想说我现在快乐就好了。可是你现在几年的快乐换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你要怎么抉择？很多人都没有抉择过，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抉择过？愚痴。我们都在愚痴造恶业，那受苦当下再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学佛法是什么？那我们了解这个过程，那怎么去选择好、哦，怎样选择能够更快乐，能够就近安乐的这个道路慢慢前进，这才是学佛法的目的啊！所以什么要拣择，对个境，当下烦恼执着，照着当下拣择，我照这个业划不划得来？我这样做划不划得来？哦、我这样的对人划不划得来？我这样的做什么的事划不划得来？然、哦、后，那、啊、怎么样才划得来？最好的划得来方式嘛，是为你自己呢，还是为别人？对，那为别人在时候来受一点苦好不好？好，这个时候才是吃苦，就是吃补啊。为别人而吃苦才是吃补啊，不是为自己吃苦才吃补啊。这两个要想想，在为别人当下我吃苦就是要吃补，因为造下更多的乐因，因为我在造善因得到以后更多的快乐果报，这要想清楚。
不要为自己吃苦，为别人吃苦才重要。为家人吃苦，为先生吃苦，为儿女吃苦，为爸妈吃苦，为亲戚朋友吃苦，应该的，因为我要得到就近的快乐，所以现在吃苦没关系。好，可以哦，要想一想哦，这个慢慢去熏习。好，所以第八个无间者，无间就无间地狱了哈。那位置东方，多白非一于善罗地，就在东方。从自己这自己来看，我自己来算，东方有多白，就是嘿，就是一百多个一个于善罗地呢，有猛火自燃，从那边的东方那个火焰就喷过来，从其中腾焰而来，由此见坏。所以呢，这个火焰一来，就看那个我们看这个我们那个啥房子燃烧的，有这样被那里面烧死的，就这样。像那个现在很多那个游览车啊，有没有故障就里面游览车烧死了，一下就来了。那个逃都逃不了，它太快了。火机回那个飞机上爆炸也是这样，从某一个地方烧了，就那猛焰火咻过来了，你连躲都躲来不及。你要想要思维，这是什么回事都来不及，一下就烧了，皮肉整个都烧光了。我们看过那电影有这样的一幕，但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电影有演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皮肉筋骨直彻脊髓都烧得遍体身痛苦，那个痛苦入骨哦，遍身一切猛焰刺燃，犹如纸灼，就像那个蜡烛啊。把你的肉啊，就像油纸这样烧完了。所于三方，看东方嘛，现在是什么南西北，同样这样一道一道来。东方烧完了，停一下，你又活起来。但换到南方又烧了，又死掉，又一次。西方又一次，北方又一次。皆悉如此，这四方火来，与彼合杂，还有两个火一起来的哈。所受苦痛，无有间隙。唯因嚎叫嚎哭叫苦声音，如知是有形，又以圣满自然这个是讲这一段。我们讲那个，我们感动过火烧的苦，有没有那个是像水烧的水壶热的要去提水壶，或是拿汤烧完了要去拿，有没有烫到的感觉？那苦不苦？痛不痛？痛哦，对，但是皮的就很痛了哦。哇，肉就很更痛了哦，那个痛的时间又也很长哦，皮痛一点点痛就可能连续一分钟两分钟还在痛哦，对不对？肉了更久嘞，你看烧到骨头都痛了，要痛多久啊？多痛？你想想看，皮就这么痛了，到肉更痛，到骨头更痛，想想看那个痛，你一点都没办法忍受，没办法忍受。我们可以从皮肉的去比对，皮肉我们常常讲皮肉嘛。烧到烫到摸一点不小心没有拿布就烫到了，所以这个多苦啊！这个因真的是不可说了啦，怎么造的就不可说了，怎么会这么苦呢？就是因为他会这么苦，一定是对别人让别人这么苦才会感到这么苦嘛。那我怎么会让别人感到这么苦呢？自己要去思维一下，这个我就没办法想象了，怎么会造这个因的感到这种苦？又于盛满赤蓝铁炭大铁器中，盛满那个火炭那个笨鸡啊，笨鸡盛满笨鸡盛满那个火炭，那个在燃烧火炭，而为坚记，记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那个铁，我们那个以前那个嘛竹子做的，有没有笨鸡啥笨鸡嘛，对啊，对，竹子做笨鸡，比较大大的圆圆的，对啊，笨鸡，里面装着火炭哦。又命灯下热铁地上，诸大铁山从其口中拔出几舌哈。刚讲是说笨鸡，你就在笨鸡里面那贴里面都是火炭，你跟你火炭混在一起的，这样塞啊。那现在又命就叫那个受苦者灯下热铁地上到那个胎完了哈，胎完了。在火炭中一直烧，太晚了，你就叫你到那个热铁地上，那个有粗大铁山，那粗大铁山呢，又口中拔出几舌，把你舌头拉出来，
以白铁钉钉而张之、哦、就像你看过那个，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那个理发厅那个剃头刀，有没有磨刀的时候，有没有不是一条橡皮筋吗，拉起来这样一刀剃头刀这样刮刮，有没有皮带皮带，那等于这样把你的舌头拉长，钉铁钉，就跟那个理发厅那个磨那个剃头刀一样，现在很少没有了，现在都是用电撸的啦，电子撸的啦，那个会，现在有的老师傅有还有啦，要刮那个什么，那因为那个刮还是没办法很干净啦，电的还是没办法干净，所以要刮会剃头刀。但有时候呢，像我以前没有学佛之前，就是去理发厅，那个老板说你要不要刮脸？什么叫刮脸？哦，就是把那个多出来那个毛啊刮掉。那个我们皮肤上有毛哎、欸，哦，所以我说他问的话才做，没问我不晓得，因为看自己看不到，自己感觉不到。可哎，斑点掉掉掉掉，啊，斑点会痛，所以那他们就去刮一下。哎，真的刮起来，这脸比较看起来比较有亮光啊。哦，真好。啊、哦，哦，那是越刮才越粗的呢，还好我只刮两次，没有学我之前，我就变成星星了哈，刮一刮就变星星了，就长毛了。好，所以呢，这个有舌头张牛皮哈，念以白铁钉钉而张之，念无皱褶哦，这个舌头没有皱，如张牛皮，把它张的大大的，啊、哦，薄薄的。又是铁地令其仰卧，这是舌头像是令仰卧，以大铁钳钳口令开，然后灌入铁丸，我们嘴巴张大大的，把钳子那个铁丸呢灌入至其口中，还有羊铜，讲讲是溶成水的那个铜汁啊，铜融化后溶成的羊铜的铜汁而灌其口，烧口及喉，侧诸腑脏从下流出，从我们下面流出来，整个都烧烂了。所欲诸苦如其烧了，以前有这种行呢，有没有看过一个公案？就是那个怎么讲？有，那是那里哪？我叫嘛，闭口就不会像以前宫女有没有？皇宫那个啥什么样？陈世美有没有？哦，有没有陈丹舍利王，他就命令那个欺负那个大太太啊。他呢，就是嘛，用那个铁丸啊，张口然后吃的，就整个喉咙烧掉，讲话都讲不出来。以前有这种情，就烧那个热铁丸。啊，这样做你就赶了这个地狱了，就是到那个热铁丸去吃热，这个到地狱去吃热铁丸。所以此但略说出显苦聚，非于种种众苦众多苦聚而不可得，说太多太多了哈，只是出显略说，如是所住。住处之量，住处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宽度及诸苦等，是如本地分中所说入出。本地分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这个讲到地狱的相状，把它揭露出来的。那重点我们保持一个重点，要保持随时保持善心、善念、善行。遇到什么样的苦，都是要保持善心、善念，然后造善行。这一念要坚持。不要伤害别人，纵然人家对你怎么伤害，也不要起要伤害别人的心，也不要起报复的心，这个要哦，不要起报复的心哦，重点这个哦，起报复的心，我们就会因为要想要伤害别人，造下这些恶业。但是难不难？很难，真的很难，不起报复心很难。例如说，假如我们班长，如果太太说，我今天不给你煮饭了。以后你自己吃，你就心里说没关系，你不煮饭我也活得很快乐，但是我也不会煮饭给你吃，无安内网，那我们人之将会这样嘛，对不对？会不会？好，今天我怎么讲？就是家人比较会啊，家人会啊，你不对我做什么没关系，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无安内网。这个要记得不要报复的心，这个要念头把它拿掉。让他掉，你对我不好没关系，我也对你不好，你不跟我讲话没关系，我也不跟你讲话，有没有？这个很多哦，这个很多哦，这个叫报复的心哦，这个虽然很维系啊，
但这个造作等流这不好，虽然色相很微细，但造等流对吧？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你对我受苦，我也让你受苦；你对我什么不快乐，我也对你不快乐。相对的，对这个就叫报复心，这个拿掉哦，拿掉。麦克风，相对保持善念，就是行为我可以做，就是说你不理我，我也暂时不理。但是呢，我不是要报复，我是要让大家保持冷静，不要造违缘。这个意念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讲说，主要重点是你的念头不一样。哦，意念。哈，不是行为。行为可以一样，因为为了这个缘起，我如果再理他，会造成他的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可以暂时远离。但是我意念是什么？要让他快乐，让他自他快乐。这个意念重要，动机的，不是那个行为啊。所以你有纯粹，你怎么样，我就对你讲，你跟我讲就不可能，你不给我吃饭，我也不给你吃饭啊。你不给我钱，我就不钱钱啊，不想说没有不会给你钱。就是你对我冷战，我也对你冷战，那种报复心要拿掉。我说你对我冷战，我这样讲你也接受不进去，好吧，彼此冷静，等你冷静好了我再跟你讲道理，这就不一样哦。就是意乐要安理好，意乐安理好不是那个行为，懂吼？好好，这有没有问题？可以哈，保护的心要拿掉。嗯，老师他刚才那个刚才讲的是说这个钟大师他形容这个地狱是从那个瑜伽师地论去把它解读下来的。是。那瑜伽师地论他怎么有办法？他是有去看到这个。你要问无著菩萨，我不知道。啊，去舍论也有说，你要问世间菩萨。可能他们就是有那种能力去了解那边。我不知道。是是是，方便昏的人都是从瑜伽师论。我们方便昏的人都法都是从瑜伽师论出来的。对对对对对，没错。那师父请问一下，刚刚这个86页最后倒数第二行这里，这个就是为从此过32000余善啊，这个刚刚这个词，师父你说它是这个词是指金刚座嘛齁，所以这整个的故事是谁在叙述的，或是说怎样？因为这瑜伽师利润说的，所以一切这里也包括一切是从最开始，从开始都是他的、啊、什么苦什么苦都是从瑜伽师地六度出来的。嗯，好，我以为是佛说的，然后后面诶又一个瑜伽师地论跑出来，就有点、到底是不佛说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看到经典讲这么多的、啊、嗯哼，有可能有啦。那他说从这边做，从这边经过金刚座是什么意思？怎么从金刚座往下算啊？因为你不想哪边，你从喜马拉雅算算的不标准啊。他的金刚座是一个标准，就是金刚座的标准。你如果说从此出你嘛，那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顶啊，那怎么说呢？那就不标准。金刚座不是佛在坐的，金刚座是啊是啊，地标啦，不是啊，金刚座是地标，就像我们那个时间是嘛，我们叫那个英国什么什么时间，哎，那个标准时间啊，啊，格林威治时间是标准时间。同样的，我们算那个地也是从金刚座达当一个标准的点来算，不然你没办法算定一个标准，那没办法算。那金刚座像我们那、地表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金刚座到底是哪边，它的标准是怎样啊？菩提伽耶啊，菩提伽耶，金刚座啊。哦，就是从那边哦，哎、那边的地表算下去，印度那边这样子算的。好、距离啊，距离是从距离。他一个你金刚座标准来算，不然有喜马拉雅山或是从台湾也的高度不一样啊，高度就不一样了。好，有没有问题？刚才讲那个距离还有受苦现状，就讲受苦的时间哈、还有那个每一个天的时间，我们看哈、此诸大苦。哦、有人问要经几时而领受、哦、那多久苦才会结束呢、哦、如亲友书、哦、所说的，如是诸苦即出报，虽受经百句子年，乃至不善未尽出、哦、而时与命终不离。他说虽然中苦非常非常的粗恶，而且非常的有暴力，我们已经受了经百句子年，很久很久很久意思了，
啊。但是如果这个不善业，这个不善业没有感完，这个不善未尽，这个不善的业果没有感完之前呢，一定要业感完才可以出来。不善的业果没悟尽，就还没有感完之前呢，而死与命终不离，就是你不会死，那个死的又生，死的又生的意思呢？与命终不离，只要你一口气在，他还要继续受苦，业没有感完之前呢、啊，所以是等到你业感完了才有机会跳脱了。好，这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造这种业。好，于其未其乃至能受业力未尽以来，好，这个业没有感完，没有到我结束之前，而是定须受彼诸苦。好，这是从业感完来说。然后此户人间50岁，我们现在算的是天了哈。人间的50年是四大天王天的一日一夜哦，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活到现在，在四大天王天的才嘛一天，我们现在50几嘛，才一天多，50岁就一天，一天对你们来说，我们现在活的这么多年，一天的时间你记得记不记得？对你来讲是重要不重要？除了特别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才会记得啦、啊。过去会忘了，但是那个刻苦铭心的会记得啦。有啦，结婚那一天你们记不记得？生第一个小孩子的那一天，记不记得？那个就特别的日子会记得。会啦，会啦。但是第一胎受苦最痛嘛，一般女众是不是在我揣摩啦？是不是第一胎最痛？啊，最期待。对不对？最期待有点期待嘛，最期待最痛嘛，哦，因为有种种期待啊，还有那个第一次那个没有经验的那种紧张啊、焦虑啊，都会啊。那是，哎喜，他在回忆就记得，其实他没有去故意记的、啊，在回忆下应该记得。那第一胎那个焦虑、恐惧、不安嘛，又没有生过啊，所以画面连这画面都有，你看，所以。哎呦，结婚的那个穿礼服，那个在礼堂也好，那一天也记得吧？那个是第一次最新鲜的，对人生未来的期待啊，对人生最高的期待在那天开始啊，对不对？是不是这第一那个这一定很记得啊？你不记得、哦？啊，觉得很累，看个人对了，但是我感觉这一天应该大部分人会记得比较清楚啦。以常理来说了，常理来说，所以呢，四大天王天只一天，如果这一天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就不记得啦、啊。一天的事，比对我们欠几年，一天算什么？对不对？像昨天我怎么过的，我也摸屁股了，没有去想到迷迷糊，感觉回忆不起来啊。所以四大天王天一天啊，等于人间的50年，以此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虽然此500岁是四大天王天寿量，所以我们他一天等我们50年，他活了500岁哦。你算看看，四大天王天的寿命有多长啊？你脱身了几辈子，四大天王天还在小孩子而已啊，对不对？啊，所以他没有，他大部分都是没有，他看欲界有病苦，有病苦，所以还是有威缘的。像说他跟阿修罗打仗就有威缘死缘啊，因为那个天人会跟阿修罗打仗啊，所以有死缘啊。那有些是像我们看看色界天就没有了，色界天他不会跟阿修罗打仗的，所以他的生命就固定了。啊，如果是欲界天可能还有一些变化，但一般来讲平均应该是500岁。好，那这500岁好是为好是四大天王的数量。那我们来看哦，此一切为一日夜，此就是四大天王寿命的寿量哦。把四大天王的寿命500岁这个寿量当成一日一夜来算哦，把这个四大天王的寿命当一日一夜来算哦。30日为一月，12月为一年，500岁为等佛地狱的寿量，多不多？长不长？啊！四大天王的寿命就这么长了，把四大天王的寿命再当成一天，然后呢，等我地要活500岁、500年呢，哇，太辛苦了吧？
是不是更长？这大天王寿命已经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了。现在等于比他把他寿命当一天，又有活500岁，哇，那还得了？如是人间啊，再算啊，人间百岁、200、400、800、1600，如其次第是33天啊，是33乃是他化自在。那33天就逃离天，第二天好，33天就像逃离天，就是提供一天啦、啊，七仙女啦、啊。啊，妈祖啦，那一天就是桃李天，33天。33天呢，它是一天什么？人间的100岁。对哈、哦，人间100岁。然后呢，哦，再看，那如果说是那个，我们在夜魔天第三天，欲界第三天，人间的200岁。如果第四天多帅天，哦，它是一天等人间的400岁。那如果是那个化乐天，哦，第五天。人间的一天等于人间的800岁，800年。如果是他化自在天，就欲界第六天，哦，它是一天等于人间的1600年，这样算，这样可以哈，就 double 这样算，好。那这样呢，啊、哦，一日一夜其受量者为各自天千岁2000，所以呢，在忉利天来说，它是一天等于人间的100岁，对不对？然后呢，他寿命呢1000岁，1000年，就跟这是大天王天刚好是嘛 double。那如果第三天，他一天是我们嘛人间的200年，可是他寿命是什么啊2000岁，啊这样算。然后说夜魔天，我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他寿命4000岁。那如果化乐，化乐天。花了天，他一天等我们的啊800年，那寿命8000岁，那再来是化他化自在天，好、哦、欲界天第六天，他一天等我们1600年，然后呢，他寿命的16000岁，这样算会吧？会吧？可以哈、哦，知道哈、哦。所以如其次第，我们从黑神乃至沙乐一日夜，以各自岁从千乃至16000俱舍论。哦，就说的，所以同样算，等头地狱有8个，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从等头地狱算是嘛？四大天王天一日，把它算当一日一夜，活500年。那其他的地狱呢？我们看一下，等头地狱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黑神地狱，就 double。然后呢，就是等头地狱的 double， 然后寿命就也是岁数也 double， 你自己算看看吧，是不是时间要很长？恐怖恐怖。好，那这里呢，如俱舍论说的，俱舍论说的，人中50岁是欲界诸天，这是讲四大天王天的哈。下者一日夜，上者俱倍增，它是简说。所以人中50岁呢，是欲界诸天的开始，从个四大天王天啊，人中100岁啊，100年是一天，从忉利天开始，那就算。又云等活等6次，哦，等6次就我们讲，从那个一直到什么烧热地狱，等烧热地狱我看一下哈，6次就到第6个烧热地狱，好、哦，从等活地狱一直到第6个烧热地狱，好、哦，这个6次就是烧热地狱，好、哦，日夜与受欲天受等故比受，数与欲天同极乐。半极乐，极乐是第7嘛哈，极乐地狱，极乐哦，极乐是半是嘛，半终结，极乐地狱就第7地狱就半一半终结啦，半就是一半一个终结一半，那在第8呢，无间终结就是无间是一终结，第8的最后一个地是一终结。这样可以齁，第8是什么地狱？那个无间地狱。啊，所以无间就是讲那个无间地狱，无间的终结应该写一终结。所以极乐半终结，无间地狱呢一终结。这样懂会不会？啊，前面6个跟6天的算法有点一样，但是把前面6天的寿命当一天来算哦。所以本地分钟一同是一。
六五六要干嘛？养什么？所以地狱的寿命比天人长还是短？长好多。所以不要造恶业，一下去就无穷无尽的啊！什么时候的要结束？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卖修啊！不可能这样，不可能下地狱是吧？确定？确定？我们现在怎么会不下地狱？我们是幸，我们这边这么幸运是为什么？靠谁啊？靠自己还是靠别人？对，靠三宝啊！就从我去造业，我都感到地狱的业因了。像我那个老鼠这样混在海里面，就地狱的因了嘞。哦，还有没有烧过用火烧过蚂蚁的？有不？有。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下那个长白蚁啊，那个木板蚂蚁都一烧，用报纸点火烧，哇，整个都烧死了，有不？我也做过，对，我也做过哎。啊？怎么高兴上？我很痛苦哎，不是高兴。对，我们不晓得嘛，我一次造业啊，所以你从你的现行来看，其实都有地狱的因，只是为什么这辈子我还幸运可以出家可以学佛，因为你在临终那一念三宝的皈依，被三宝救护了，才有能力现辈子能够暂时得到这种那个稍微随处的暇生在学佛，还有快乐的这种生活可以过日子，都是三宝救护我们的，没有三宝我们真的是到地狱去了，到三恶三毒道就永无出息了啊。我们讲长夜，我们讲一个这样，因为记者什么长夜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有三宝开始救护，一个一直忘记了，长夜什么什么有一句啊，不是那个句子讲嘛，很有花幽谷之诗情的一个句子，什么长夜茫茫什么搞不清楚，好有啊，有长夜那种，如果没有三宝一个明灯照亮我们，其实我们没办法得到现在的好的受用哎。所以我们先回忆起来都要感恩三宝，都以我们造作等流看无明愚痴烦恼就随顺别人，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人家告诉我去杀人我就去杀人，好不好？那如果跟我德在一起啊，那大哥抬你有去抬啊，对不对？愚痴无明嘛，你跟谁他就造什么业你就随顺了啊，没有抉择力啊，以前不是这样，老板如果做婚的厨师煮活的煮割烧切丁切块切条切丝，就跟着人民你就怎么做了、啊、你能反悔吗？你能有反抗余地吗？你在这个环境之下你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了啊，有抉择力啊，这个不做了，我跳出来才有改变的余地啊。但是你那个客户那个不干后来带来的不安还有没有痛苦的那个后果吗？有能力承担，有心力承担，才可能跳出来啊！不容易哦，从一个熟悉环境要跳出来不容易哦。你们有感觉？这个熟悉环境，你像你说我不要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我要跳出来学新的。对未来的前途是茫茫啊，前途茫茫啊，真的不晓何去何从啊！所以能花这个心力跳出来去追求自己新的那种造新的业，然后追求新的方向，其实都不容易的。这个有很大的那个决心跟折华慧才可以的。那老师，我有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人的话，对不对？像我们这个月这一次做善业、恶业的话，我们现在是感果嘛？那我们这一次的业完了之后，那如果说在地狱里面，他们又没有办法去思维，那他们的业感完了，那他们轮回，他是依什么轮回？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造善业啊，他轮回到底是要去上还是下这样子？所以看他。以前做的善业啊，哦、是恶业多，临终会在现前。以前的是说还没到地狱之前。地狱之前的，对对对对对。哦，那边是三世这样子去那个。对对对，看以前的造作等哪个多，所以在临终那一刻，他把过去的这些习气会现起来，那你先爱取哪一个？因为在地狱可能也没有在临终的时候有现起来，他这样有办法。地狱的人也，他有办法现起来吗？会有一点呢、啊。天的也是这样啊。地狱的也会啊、哦。地狱也会，哦、他也会现起他的善念或是恶念的。对啊，过去所造的，在临终那一段会现起来啊。过去所造是说在地狱造还是说？不是啊，前一世的、啊。前一世所造的。哦，那所以这一世我们很重要，就对了。对啊，对啊，平常心情就很重要了。哦，谢谢。对对对对对，以前没有消的业，继续算。
临终会继续现起来，继续算。问法师一下，你刚所讲的那个句子是那个谁念恩吗？哈、啊，是在34页的《十法经》里面余长业中啊，对对对对，十病生死寻觅我者，对呀、啊，哦，是这一句吗？不是不是，另外一句，也就以前我们师父常会念的，不是皈依的时候会也对善那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是善知识的，另外还有一个句子，啊。没关系，我们的忘记了。嘿，请问师父，请问师父，那个土地公属于鬼道，是那他们说还有民间信仰的那个妈祖啦，什么啊母牛啦那些，那他刚刚我听到师父说妈祖属于33天刀立天的，哈，是不是？是。那就是只有土地公属于鬼道，其他他们那个妈祖人那些什么母牛啦，现在都算是刀立天的吗？接下来是说哈、哦，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造那个善品善，才会升天呐、啊。善品善，但是呢，善品善呢，哦，有几种。如果说是夜摩天以上的，要修禅定，所以他妈祖有修禅定的。所以你看妈祖有修禅定的，他应该是很高的天人。啊、那色界是没有女众形象啦、啊。所以男女众有女众形象一定在欲界天。那他有修禅定，所以呢上升更高的可能是忉利天夜摩天以上的天人。哦、那像一般我们做好事、哦、例如像说我们讲史可法啦岳飞啦，他算天人吗？啊，关公另外说，应该当护法。另外说，如果像岳飞啊，有没有拜他？有，啊，有没有一些那个忠诚烈士有没有拜他？有，啊，这些呢，因为他执着，我要为国家为人民，但是那个国家执着那个我那个有执着当下，如果心当下有执着的，就古德鬼啊，因为他平常是为别人造业嘛，但是他杀业很重哦。就像将军啊，那杀业很重的哦。虽然他目的是为国家，为以后为人民的安乐嘛，因为别人的侵扰会人民更如哪什么交火涂炭，会涂炭生灵嘛。所以为了涂炭，避免自己国家的使人民涂炭生灵，去敌国别人，可是敌别人是把人杀了啊。所以这个杀的这个事，虽然有好事，但他执着心很强。这个是一般的，我们讲是对福德鬼，那有福善，有善业可以凑人家供奉拜拜，所以属于鬼道的福德鬼，所以土地公也属于这一类的，他有福报，还在鬼道里面，福德鬼的一种，哎，忉利天以上的，哎，那看他有没有过去有没有善业恶业啦、啊，这个另外算哦，这个没办法评论啊。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因为他化自在天，为什么他会是算三善趣啊？他化自在天，善趣啊，但是他不是都是一些魔那些不是？但是动机错误而已啊，他造很多善啊，他有造很多善，修定的哦，外道的哦，哦，他有造很多善，还有外道的哦，他是修外道的、啊，他有修禅定，也是善的，但是因为佛法跟他的道不同，所以他毁灭佛法。就像一些修禅定的人啊，他有自己的宗派啊，所以你佛法这个宗派跟我不一样，他认为他对的，他就来破坏你了、啊。那他最主要是要破坏佛法就对，那他是还是做很多善的样子。不算是啊，利益他的那个宗、嗯、那个派别的人民啊，所以一大教宗啊，这个教宗，可是因为你的判派不同，那我就是执着我对的嘛。所以你这样讲更不同的话，宗旨终于不同就对了。嘿、hey, 嘿、hey, 嗯，但是也做很多善事哦，也帮助很多人哦。他有修禅定 哦。那他不是哦，他不是只有去害人，也有帮助人。没有啊，害人很少啦。啊、害人很少。就是因为他成教第六天，看到你佛法跟他不同啊，这个、所以他的眷属慢慢被你拉走啦。哦，是这个原因。嘿、hey, ，是，所以他以前没有这种害人心态，升天之后看到你佛法跟他有危害，才会这样啊。主要是针对佛法，其他就 对跟他不同的道、哦、不同的道对。好，我们可能天道，哎，
可能在天堂，可能啦，因为当然舍利话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啊，不晓得，对，但是可能如果以这样结果是，一下可能在天堂，有天舍利啦，天人舍利。好，回向，愿持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